要连插线吗？要连插线吗？没有吗？就是我们先进去。哎，对。好，这样那那个佩君老师麻烦，那今天真的超感动，我从来没有想过有这些办活动可以投下30个，会抛下他们上中场这种的经验，那真的非常谢谢大家今天过来这样。那我是。欢迎大家今天来到 Open Office 的 Release Party。 那我想呢，这边我就尽量的废话不多说，那快速把大家介绍一下，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留给两位主讲人。那要留给大家聊天的时间。那我先自我介绍，哎，不好意思。然后先自我介绍，我是一毛毛杨世坚，然后目前是 Open Office 管理团队的成员，然后也是除了 Open Office 管理团队成员，我从上个月开始，现在是 Open Office 的 VP 还有石锅论坛的总站长。我们已经开始。对，然后已经问警察。我自己也是 HO IO for Kids 的团队成员，和那个 O 补给站的站长。那。这是我大概等一下大纲这样，然后首先欢迎大家来到，大家欢迎光临 Open Office。然后另外就是，2002年4月30号的时候，就想发表 Open Office 第一版，然后今年也正好是10周年。那其实我本来想弄个蛋糕，可是一忙乱之下就来不及了。Eric， 然后。这个是简单的 Open Office 的历史。那从1984年的时候，它是在它本来是 Star Division 的 Star Office 开始开发，然后到了1999年，生涯买下 Open Office， 它2002年试出第一版的 Open Office， 然后2009年 Oracle 买下 Open Office， 然后呢，到了2019年 Oracle 买下 Office， 然后2011年的时候。开始有一些社群分歧，然后社区 有大部分的社群成员跳出去，然后 fork 出了 LibreOffice，fork 出了 Document Foundation 文件基金会，然后成立了他们的成立了 LibreOffice。然后另外在 OpenOffice 这边呢 ，Oracle 在经过2年的 evaluation 以后，然后在2015年，也就去年，去年4月的时候决定把它捐给 Apache 基金会。那从这一刻开始。在这之前一直都是企业主导的，那从这一刻开始，它真的变成了社群主导的专案。那好，那 OpenOffice 新功3.4，当然我们3.4不是只有 license update， 我们当然还有很多，当然我们还有很多新功能。其中一个新功能就是中文字数修正，这部分我就不用简报，我们就来看看实际的状况，我们就来看现实。不好意思，因为我demo 现实的连线会有点慢。这个是3.3的 Open Office。首先，我想最困扰大家的问题就是字数。那这也是大家对 Open Office 的通病。那很多出版业者没办法用 Open Office 的原因。那这个东西现在已经解决了。在3.3的时候，我们字数可以看，大家看一看啊，这里很奇怪，它出现的是2个字。那是因为它里面 OpenOffice 它里面 Token Parser 它使用，它的 Token Parser 它使用 Phrase 来做 Token Parser， 所以它这里 Token Parser 就是这样子，
字数和测试这样子，那它分成两本，一本合在在中文的字数是不对的。那可是如果是现在的 OpenOffice 的话，它已经能够正确的处理那个中文字数了。那我想这个是非常困扰亚洲语系国家的一个问题。那其次另外一个改进就是 OpenOffice 以前没有办法插入，以前没有办法汇入点SVG 图形辅导。那现在的话，现在已经可以。正确的汇入 SVG 图档，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进步。那第三点呢？可以吗？谢谢。当我们在插入在简报里面，我们要插入这样简报里面的线条，凡是有出现线条的地方呢，之前我们的线条，我们的边点，大家可以看到它一定都是直的，它没有办法设定边点、端点。可是如果是现在的如果你说画一条线条的话，可以看到，好，谢谢。可以看到说，这些我们可以把端点设定圆圆的，那我们就可以，我们端点的，我们画出来的线条会可以就方便有更多的选择。那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改变是，我想很多人可能看的都不大懂，说什么叫裁切旋转。我在新闻稿上面写裁切旋转，好像很多人不大知道什么是裁切旋转。假设好了，我们现在来插入一个图表，那这个图表是 OLE 的图表，那事实上它也包括任何的 OLE， 包括你要在里面插入那个，叫什么？跳，试算表也是一样，或者是我们这边插入物件 ，OLE 物件插入一个试算表。对，然后我们这个试算表，我们可以把它。新版的 OpenOffice， 它可以把这个试算表向量图形化，它可以把 OLE 不管任何的物件，它可以把它向量图形化。什么意思呢？你看这边有个转换成曲线，那它本来是 OLE 物件，它本来是一个图表的 OLE 物件，它变成曲线，那变成曲线了以后，你就可以做很酷炫的事情了。比如说，对，你可以甚至转换成 3D。你就可以把任何你外插入的，甚至是 Word、Stamper、Text Document， 然后 Writer Document 都可以把它转成 3D 物件，或者是让它旋转。
那这个都是这个是目前的 Open Office， 这是前一版的 Open Office 做不到的。那即使是像刚才我们看得到的，对，我们把后面这个很炫的图拿掉哦。我们也可以把它转换成曲线，或是转换成3D 旋转物件、3D 物件。然后就可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子就可以做任何的所有的那个可以针对向量图形做的裁切动作都可以做。那这个是 3.4 版的另外一个新功能。那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新功能，欢迎大家就实际进去体验。OK， 好。除了提到这些以外，还有很多新功能，就欢迎大家实际进去体验。好，然后接下来是 OpenOffice 的现况。那目前 OpenOffice 在 Apache 基金会，它还不是，因为 Apache 基金会其实他们在对于像这样子一个新的希望，他们在做专案，他们并没有，因为 Apache 基金会他们的文化还有他们希望这些，他们会要求说我们新的专案可以去符合他们的文化还有他们的规则，所以他们新进去的专案并没有马上就成为他们直接在做专案，他们会成为。就预成专案，预成知道吗？我们预成中心的预成。那目前 OpenOffice 还是预成专案中，那目前它还是预成中的专案。那不过我们现在已经 有在讨论说关于如何从目前现在大因为 3.4 版已经出来了，第一个版本出来，那经过一年多预成，那我们现在的确是在讨论，就是已经在讨论说关于预成的，然后要从预成状态毕业的问题。那另外，因为是预成专案，所以其实之前我都骗大家说我是 PMC， 我不是，其实是 PPMC， 就是预备的专案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对，那等到这个毕业了以后，我这边才会变成了 PPMC， 才会真的变成 PMC。那所以其实我们目前不是 Apache 的专案，我们是 Apache 预成专案下的子计划。那如果我们从目前 OpenOffice 要是从等到 OpenOffice 从预成专案毕业以后，就可以变成直接进入 Apache 的直接的计划，这样子一级计划。然后目前 OpenOffice 的 Committers 有点少于我预料，我以为很多哈。目前有92个 Committers， 然后就是包括我在内，就是有直接可以 Commit Code 的权限的人。然后目前的现任的 BPMC 的主席是 Ravier 是 IBM 的人。他 IBM 的人，然后他也是 OSIS， 是就是他负 OSIS 是负责维护 ODF 的组 ODF 标准的组织。那他本身是来自 IBM， 也来自 OSIS 组织。那如果我们毕业了，我们如果从等到我们从 PPMC 毕业的时候，我们也会再需要再选新的 PMC 的主席。好，那刚才有提到说我们。为什么 Apache 基金会为什么是所谓预成？是因为也是主要是目前我们的运作方式主要都是依循着 Apache Way。那这个Apache Way 这个是在 Apache 上面的 How It Works 上面列出的六个原则。那第一个就是合作开发，那第二个是对商业友善的 license。那其实这样来讲。这是 Apache 2 license， 那我们目前只容许 Apache 2 Apache 基金会软体基金会只容许 Apache 2 license， 然后再来就是 consistent high quality 高品质，然后 respectful honesty ethical 就是诚实的技术本位的服务的交流，然后 faithful 信誉，然后 faithful 就是完全按照标准进行，然后还有包括还有系统安全的要求。那这四个比较那个比较重，这四个比较一般，那比较重要是这两个，对。那其实最重要是这个是一般我们会觉得我们 Apache 在 Apache 做事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那另外有一份在网络上讨论 Apache Way 的人，他把 Apache Way 里面作为来整理，他整理出了六点。那第一个就是以实力为，就是。或者说有人说用人为贤这样子，那第二个是尊重你的同才，那第三
第四其实最重要的是 transparency。那在 Apache 基金会，在 Apache 软体基金会，我们在 Apache 下面的 PMC 下面做的是，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公开的。那我们也要求所有的东西都必须公开。那而且除了我们的确是有所谓因为特殊原因而不能无法公开讨论的事情，但是那个部分我们基本上是最小化，就是如果我们在上面讨论一些专案的方向的问题，会被基金会的人听。所以关于所有的事情，关于专案方向的问题，我们都是公开讨论的。那这所以我们也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那因为这个东西，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优于其他的组织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并没有在里面没有黑箱作业。那所有的东西，你虽然说我现在是 PMC 台湾的 PMC， 但是事实上你不用是 PMC， 你也可以直接来参与，所有东西都是 open 的。对，那 affiliation 就是说，虽然我们是对商业组织友善，但是我们没有跟任何商业组织有直接的挂钩。那包括 IBM 对 OpenOffice 目前是很大的贡献者，但是我们也只有让他做贡献者而已。啊，现实上是我们这些社群成员比 IBM 的那边的影响力还要大。对，那这个是现实。那 IBM 那边是可以接受这样的结果。那这次 IBM 他们事先知道说 Apache 基金会不会让他们做到 OpenOffice 专案，让他们觉得 OK。好，未来的展望，这样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可以吗？好像好快哦。对，未来的展望，未来目前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转 Open Office 4了。那 Open Office 4，我希望可以明年，我们这边会希望 DNC 这边希望明年这边可以提出来。那对，那 Open Office 4。讲到 OpenOffice 是我们就提到 IBM Lotus Symphony。OpenOffice 从转移到 Apache 基金会了以后，然后 IBM 就很有兴趣来参与 OpenOffice 的开发，那他是把整个部门调过来，那等于是说 IBM 现在在很全力的 support OpenOffice 的人力，除了他本身是 Apache 基金会的赞助者以外，因为Apache 基金会下的专案不接受直接的金钱赞助，所以都是透过 Apache 基金会赞助。他本来就长久的 Apache 基金会的赞助者以外，另外他是目前赞助很多的人力。然后 Lotus Symphony 他本来是 OpenOffice 生涯时代单独专属授权的，由生涯授权给 IBM 的。然后他是 based on OpenOffice 3的核心以及 Lotus Explorer。Explorer Client Platform 的界面设计，然后今年1月19号的时候 IBM 丢出最后一版的 Lotus Symphony 3.0.1， 然后接下来 IBM 宣告说这是他最后一版，接下来他不会再有新版的 Lotus Symphony。 那 Lotus Symphony 所有成果都会并入 OpenOffice 里面，都会捐献进 OpenOffice 里面。其实这个我们之前就在谈了，是对，那是1月19号 Symphony 3.0.1 他就宣告说 Lotus Symphony 就从此结束。那所有包括 Lotus Symphony 的所有的资产，包括他的 code 还有他的人力，然后全部通通都捐给他开 OpenOffice。 然后5月15号他签订了契约公约授权书，就是 Corporation Contribution License Agreement， 然后正式把也是因为5月8号 3.4 版出来，然后5月隔一个礼拜他就正式开始把 code 灌进的，把那个 source 开始灌进 OpenOffice。 那我们可以期待 OpenOffice 4会成为，就是所以在 OpenOffice 4的时候，接下来 OpenOffice 就会有很大的改变。那之前其实我一直懒惰，所以没有给大家看一些聚会啊，一些场合我很少都没有给大家看 Symphony 长什么样子。那这个大概就是会是未来 OpenOffice 的长相。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未来 OpenOffice， 大概会是未来 OpenOffice 的长相。然后要一点时间，不好意思。那请问有问题可以问吗？可以，就直接打断我。那所以
其实 Open Office 它的 fork 很多，它是历史上是它在历史上就是 fork 超多的专案。那 一部分也是因为过去传统它在开发的时候，那个它在开发上，因为很多社群的没办法参与，所以它在它 fork 的时候，它的 fork 真的很多。然后，对，所以其实不止严格来讲不止这三种，那其实还有包括像 BR Office， 然后 GOOO。那这些不同的 fork， 那台湾之前有一个 OSSI 的 Office， 那 后来 OSSI Office 变成 OX Office， 对，那中国那边有红旗 Red Hat Office， 那不是 Red Office， 红旗 Office， 那目前红旗 Office 已经结束营业了，那台湾这边的 OX OSSI Office 跟 OX 他们公司也结束了 Office 这一块部门，那所以。那 BROOffice 跟 GOOO 两个都并入，他们都并入 LibreOffice， 然后另外就是另外一个叫 OO for Kids， 它目前还有单独开发，然后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啦。那以不过以目前看到的话，就是对刚才我们那个图里面少画了一个，就是分出来的那个叫做。就是 Symfony 分出来的地方，那个 fork 出来的地方就少画了。Okay， 那现在 Symfony 要把它 fork 出来的东西把它救回去，这样就解答到你的问题吗？嘿、okay ，还没有开始。说这个 Symfony 跟那个原本的 OO， 它是功能有不一样，还是只是界面不一样？界面不一样，但是功能上当然有一些改进的地方。就是功能上，但是最大的不一样不是在功能上改进，而是在界面。因为很多人，因为其实 OpenOffice 的界面跟传统的 MS Office 其实也很像，就是标准那种选单界面。那刚才开过来，我们可以看看 Symfony 的界面。以后 LibreOffice 也会有这个部分？不会。正确来讲不是不会，而是我不知道。因为我并不在 LibreOffice 的团队。那这部分因为有一个问题，有一个是说 LibreOffice 他们很有兴趣把 OpenOffice 的 code 的 source 把它 incorporate 进去。把它整合进去，那他们目前是 MPL， MPL 跟 GPL 双授权，那他们的这样双授权的状况有可能可以是有可能整合 OpenOffice 的 code 进去的。那至于他们要整合什么，当然是他们自己的决定，他们要怎么选择这样子。那不过他们是有这样，这部分晚点那个陈夏会在另外跟我们分享。那我们可以看到。Symfony 的界面就是 Symfony 的界面就很不一样，对，跟我们传统用 Office 的界面很不一样。那它这边有很多操控的地方在右边，那会比那如果你是用那个 Ribbon 的话 ，MS Office Ribbon 的话，上面就很大一块头这样标头这样。那用这边的话，事实上你在视觉上会比较清楚。那这个不只是文字文件，你这边包括 Presentation 简报，或是试算表也都是这样。然后 Symfony 还内建了一个 browser， 对， Symfony 还内建了一个 browser。 那大体上我们大体上 OpenOffice 4.0 会长得很像这个样子。 OK，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问题？关于 OpenOffice 的所有八卦什么的，想知道什么都可以问。来，敲门，我讲一下那个试算表，我们中文还是中文系，中文的系统一样，有一个那个转换成大写，3.4我刚刚看，转换成大写，对，数字把它转换成大写，就是转换成那个我们那个开支票那个字，就大写的那个字。那我刚刚看一下，我从那个泄露，这个泄露要把它 copy 过去可以用，它变成自定，叫 user 自定，也是说方式。你是说韩式吗？你是韩式，就只有那个数字，那功能就是那个希尔的插入数字。但是在这里哈，在那个3.4的版、3.2的版里面都没有了。那我看那个3.4的版哈，它可以把你那个希尔那边的那个，希尔那边把它插入数字以后，把它拷过来，拷过来这边变成你这边的user定义。OK， 它有点能够用。谢谢。还有什么的？对，然后因为其实我现在是实战站长，
就是实战总站长，然后还加上一个问题实战站长，所以其实然后再还要在 OO 补给站长，其实我这边其实是真的很 overload 这样，然后还有目前还有课业要顾到，所以其实我会很希望说大家，因为其实我们 Apache 基金会的精神就是大家所有有兴趣的人都可以一起来玩，那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一起来参与，那不一定就是都可以一起来参与，那我们台湾这边目前的台湾的那个 committer 或是 DMC 其实人数很少，少的有点可怜这样子，那我觉得说如果可以的话，如果有更多人愿意可以投，可以一起来玩，一起来投入，那不管是在code方面还是说在管理，在那个管理方面，对，那如果可以一起来推广或是管理方面，那我觉得如果可以一起来做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东西做得很好玩，那我这边一直很期待台湾有第二个 PMC第二个 committer 出来，那这个东西，对，我觉得我很期待台湾有第二个，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交在大家手上这样子，这是，最后一张的简报讲，我觉得，是的未来除了说 ，OpenOffice 是的未来除了说我们，不好意思，是的未来除了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除了说。IBM 的贡献以外，也在大家的自己的手上。对，那我这边在 OpenOffice 的经验，就是可以告诉大家，那个真的是 IBM 贡献再多也不无法掌握的环境。对，反而是我们社群的意见比较多，比较常在吵架。然后有 IBM 身份的人反而就很蠢，比较辛苦一点。对。哎，他们问题什么？有第一个是 Lotus Symphony 本身就是把 OpenOffice 为核心放在他们产品，然后另外是说在 Open 在 3.4 以后，在 4.0 以后 ，IBM 打算出一个 OpenOffice IBM Edition， 那有点像是就是商业版，对，那以这个以某些强化的功能来作为 support， 对，那从这个赚钱 ，IBM 觉得这样子是蛮，很可行的商业模式，对。还没有，还没有问题。Eric， 有没有问题？没有。就可以。那是 Overlords 在配上他们可以用。配什么？在我们平板。平板目前我们没有，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计划，因为目前的主要的工作还是在于我们目前在往 3.4 上推，在往 4.0 上面推进。3.4 有可能会出，最近有可能会出 3.4.1。那 3.5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不过我们主要工作不会再放在3这个 branch， 我们主要工作会放在4，至少目前主要工作放在4，那至少是平板出现应该是至少是4之后的事情，但是之前，之前哪里？之前 LibreOffice 他们有宣布过他们的 Android 跟 iOS 的计划，那虽然还没有出来，但是目前对他们有在考虑，这个东西是有的，对。他们问题。会把它做成像那个 Google 大屏幕那种 Web 界面那种。Web 界面也是可能的，可是我们目前就是像刚才讲的，我们目前暂时 focus 在这个叫什么，在 The Symphony 的整合计划，就是 OpenOffice 4上面。那可以想见说 OpenOffice 4上面，因为整个 UI 都不一样了。那操作都不一样，所以到时候可能会有全新的操作使用手册之类的。那至于 Web 部分，以之前 OpenOffice.org 的时代，在生阳他们有一听说是有开发出来了，但是还没有 release， 生阳就倒了。对，所以那个计划开始复中。那这个部分，所以有没有可能重启炉灶，我不大清楚，就是，但是至少不会在 Oracle 那边。所以 Oracle 那边他们已经完全没有兴趣了，这点是很肯定的。那，还有问题？
后者就是第一个既没有规定一定要台湾人，第二个也没有说我一定要做什么，所以我才去做石锅站长。并没有规定一定要做台湾人。事实上你连中文站长，中文站的工作人员也不一定要是台湾人，这个是没有规定。但是站长一直一定要是 PPMC， 这个是 Apache 基金会的内部规定。那我们 Apache 有，其实我们使用者论坛从开始，从我接手，我从 Apache 基金会接手以后，就开始把原本的账户，原本设为秘密的账户，把全部都开放。除了有些可能会有，那种自动的版，譬如说被删除版，或是，欢迎请坐。有些自动版像是那个叫什么，或是有些对全自动版面那个。因为有隐私顾虑、有安全顾虑不方便以外，所有的账户讨论全部都开放，那个就是我们的 Apache Way 的结果。对，那 Apache Way 我们会很重视，就是平行关系，就是我们不会很喜欢课程组织，所以原本 OpenOffice 那些课程组织都没有，那就是大家只要来参与，只要加入那个 Office 都可以参与，你也不用跟我报备去什么。但如果我这边知道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情，那是更好。对。但是大家有兴趣就可以直接上去，就直接加上去玩。那目前不过就我个人的状况来讲，因为目前台湾这边只有五个嘛，所以我会比较，当然也会比较 care 中文的中文相关的事物，但是并不表示我就只能做中文的事情，也不表示别人不能来关心中文的事情。对，那中国的来自中国的 PPMC 成员还有好几个，那。不过好像目前跑到最核心的是我，那我是希望跟他们可以有多一点合作啦，那也希望把他们拉进那个中文论坛的团队里面，可是我还得要有时间才去做这些事情，对，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像秃头的那个新的那个 OpenOffice 秃头站是不是还是不开放让人家进去？什么不同站？秃头。什么？翻译站秃头新的 OpenOffice 秃头。你说秃头哦，秃头的原因是因为 Apache 基金会的规定，那个秃头能够拥有账号的只有 PPMC， 只有 PPMC 才能拥有账号，所以我会希望你进来。我会很这个是很严肃的，是因为我们真的需要人。对，那我没有我可以帮目前。翻译的工作，大家呢想上去就只能用，就是用 anonymous 的权限上去。那我要一份的 review， 那这个对我来讲是 OK 啦。但是长期来讲，我当然不希望这样子，所有事情都卡在我身上。对，我还是要以科研为重这样子。对，所以我真的是非常恳求大家，拜托大家一起来玩吧。对，那如果说大家愿意一起来参与，在 OODIF 上参与一阵子的以后，那也多认识了好几个我以外的 PMC 成员。那我可以把我就很可以说，我可以很乐意帮大家推荐成为下一个 PMC， 那就可以协助很多事情，包括像，有秃头的权限、翻译的权限，还有，论坛站长的权限等等。未来我有打算把，因为目前中文站，其实目前的中文 OpenOffice 之前的中文计划，大多都是由，2004、2005那时候之前有中国那边再过起来，所以其他只有一个自愿区。那我目前有打算说，长期来讲，我想把中文论坛分成 DHT 要有跟 DHCN。那可是这个当然要尊重在那边现有的 team 这样子团队。那 Wiki 也是同样的事情。那一方面我要尊重他们，一方面我也得要有时间。对，那这一部分我都很需要大家真的一起来帮忙。那另外包括 Source 部分，因为我想大家都知道。OpenOffice 在中文的 source 上面，资源它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那我直接进去 PMC 是一个好事，因为中文的问题不会被忽略掉。对，那可是因为不然的话，他们就是大家都会很自然本位主义，就是觉得我用不到的问题就不会觉得重要。那可是我觉得说还是需要更多的朋友一起来。那闪妮娜这个也是，那可是也不止闪妮娜，我希望说有更多朋友可以一起来，就是跟大家讲一下，闪妮娜她有兴趣来帮我们一起做 研究 OpenOffice 的 source， 对。那这个也希望大家有兴趣可以一起来玩。那一起来玩最大好处就是你开始接触全世界最大的 source，
全总总数量是1800多万行，然后 compile 出来是10GB，然后这时候所有的其他专案对你来讲都是 tiny， 你知道什么 tiny 吗？32MB的专案是 tiny， 对，就是那个你就会发现全世界其他专案真是好小，小不拉几的，对。嘿，还有什么问题？因为它是有机会赞助，不知道它赞助部分是哪个部分，是说就是它的 server 的 account， 是其实对。你说阿帕奇基金会吗？对，就是这个社群的活动，因为上号完全是你必须自己出钱。你说我们台湾社群吗？对，你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时候？台湾社群目前，哦对，我忘了讲到这个，我完全忘记，我没有忘了放在那个简报，我之后我晚点会，你今天稍晚晚上我会再去补在简报里面。台湾社群目前我官方铺浪，这铺浪是经过 PMC 同意认证的过的，就是 OpenOffice 的官方铺浪，可以上面写个 official 的。那至于 support 部分，目前我还没有跟他们讨论到，我还没有跟他们讨论到说 local 如果办活动有什么 support。那目前我还不过还好，目前并没有太多需要花钱的活动。对，那关于机器啊 server 啊，目前都是用。就是直接用 Apache， 用 Apache 基金会赞助的，对。那不然的话就是用 Pulang 啊、Facebook 啊，还有 Google 家。然后我自己也是，目前是 Google 家的 OpenOffice 官方的 Google 家专业的管理者之一，也是官方的 Facebook 粉丝团的管理者之一。所以真的 overload 太重了这样子。对，那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都一起来玩。哎，这样我可以答到你的问题吗？还没有其他人。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没有的话，那你说那个 Open Office 的铺浪，他这边什么？我这边看到一个哦，你说那个 O 那个 O 叉什么东西，对不对？那个我们现在的，因为那个要交涉很麻烦啦、啊。是那个吗？不是，他是来我在上面，不好意思，我没有写，但欢迎大家加。哎、欸，对，今天来的朋友都这个是很欢迎大家加的官方铺浪。不好意思哦，我稍微耽搁一点雅小姐的时间这样。目前他的账号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他是 Apache OOTW， 嘿，铺浪账号 Apache OOTW， 欢迎大家加铺浪账号，官方的铺浪账号。那目前 Facebook 社团我也在努在推着让它变成受 PMC 认可的官方社团中，官方 Facebook 社团，那欢迎大家一起，对，那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的时间一直发了我的问题，欢迎。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对，碰相似。然后这个部分哈、哦，我想可以去，包括说我们的 Facebook 社团还有铺浪，其实我想都可以。因为我偶尔来中，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朋友愿意有兴趣一起来共管，对，那等一下我们都可以跟我说，然后我们可以就是我们可以看说怎么样可以一起共同维护这样子。那我原则上对，如果有朋友愿意一起来共同维护铺浪账号，官方铺浪账号，还有我们的社团 Facebook 社团，我都觉得 OK OK。那另外就是我们在 Google Group 上面有一个，
对，我们的 Facebook 官方社团是 OOO.TW， 或者是你搜寻 Apache Open Office 台湾，就有我们的官方社团。然后另外是，除了这个台湾的官方社团以外，也非常欢迎大家加入那个官方的粉丝团。这个是英文的，但是可以比，如果大家觉得有兴趣发了最新的业界的最新 Open Office 的动态的话，那不只是 local， 因为我们 local 比较会 focus 在 local 的动态。那这个部分如果有不止 local 的动态，包括其他的动态，大家有兴趣的 follow 的话，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对，这是官方的，就是同样搜寻 Apache Open Office， 对，粉丝页。那另外这边的话，我们有，等一下，对，这是我们的 Google 加专业 ，Google Plus 的专业。那同样的搜寻 Apache Open Office 就可以找得到。那这粉官方粉丝团跟官方专业都除了我以外，还有很多人一起维护这样子，很多 BMC 一起维护。那还没有什么其他问题？还有其他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 Open Office 里面有 Java。Java。对，然后好像前一阵子要打官司，我想问以后他对 Java 的依存度会增加、减少，还是说不变？我们目前没有讨论过。第一，我们目前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第二，我想目实质上来讲，我们跟 Oracle 的关系还蛮好的，虽然我们是独立，但是我们跟他关系还蛮好，所以应该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不会被搞掉。对，因为毕竟我们所有东西都是 Oracle， 其实这也不是实现，也不需要私下，也不是关小包，我们所有东西都有 Oracle 的书面授权过，跟 Google 那时候让。森羊以及让 Oracle 不爽的原因的状况是不一样的。我们说的东西都是 Oracle 书面签过，说要给我们。对，还没有问题。还没有。没有的话，所以刚刚讲到 Java 的部分，它的依存度还是会有，还是。其实正确来讲 ，Open Office 的 Source 是 C， 它其实并没有绝对依存 Java。它其实并没有绝对依存 Java， 它只是说有 Java， 它可以跑一些，它可以开发一些很有趣的东西，但是它并不是需要 Java， 它并没有需要 Java， 你没有装 Java 是 OK 的。对。那可是它因为它的 API， 它官方 API 有两个，它们维护最勤的一个就是 C 加加，因为它的 source 是 C 加加，另外是 Java 的 API， 那这两个都在 source 里面，这两个 API 都在 source 里面。还有问题吗？没有的话，那就好，就欢迎，不好意思，占了雅小姐七分钟，那就欢迎雅田莎上。那雅田莎，我们分享那个 Portable Open Office。不好意思，我的错，等我一下。因为我是直接用 Portable 版的，那我就没有做系统的那个关联，所以它关联还是。
是关联给 MSO。对，那其实我觉得很棒的是说，因为 OpenOffice 最重要一点是说，它可以就是它的整个是可以就是说，从大概 1.0 版就有这个 portable 的东西了，只是说当时呢是说，因为配合就是当时第一个那时候随身碟都还很小，对，那现在你说随身碟4G、8G 是常有事情，是或16G是常有事情。可是那时候随身碟很小，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做成 portable 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一个现在不会有的一个考量。然后那像，然后还有就是那时候，那时候是一个就是属于就是，那时候的电脑效能不像，就是那时候还是从那个 Pentium 4过来的时候，所以那时候其实很多机器，如果你用的随身碟去开 OpenOffice， 那就会有一些，就会觉得说它很卡，就比我现在状况还要夸张这样子。好，那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那我是。资讯科系毕业的，我刚刚在 Facebook 上看到有人来认祖归宗，我吓了一跳。好，然后所以，但是我没有做，我没有走那个就是写程式这一块啊。那我现在是行销人员，所以我是 marketing 的。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说真的，那基本上我没有碰写程式这一块，我只是刚好有这个机会做这样子的东西。然后之前我做的不是做 OpenOffice 的部分，那我最先不是做 OpenOffice， 是从那个 Firefox 的部分，因为那时候 Firefox 是我刚开始用 Firefox， 可是我刚好在学校，我需要每一个地方就是我需要，我那时候没有自己的电脑，我要带着到处跑。对，所以我就特别留意这一块，人家怎么做。那他是做那时候他是只有英文版的。好，然后这个第三个这个东西是那时候很久，也是很久以前，很早古之前的事情，那就是现在已经没有的东西。好，所以刚刚我就讲到了就是第四点的东西。那目前其实我很少出现啦，所以那。我现在出现的场合基本上比较不会用到这个所谓的，就是可能只是说你们会在 Facebook 上看到我。好，然后我必须说，因为其实现在工具很发达，所以我必须说这件事情是，其实现在你只要找得到东西就可以做。对，那其实都有一些就是直接可以把它做成你要的 portable 的形式。对，那其实现在都有直接现成工具，就是有 GUI 的，然后直接一步一步 step by step 做的。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其实现在不需要像以前的时候是说，好，今天我需要做一个 portable， 我可能要研究说它的格式资料夹结构长什么样子，然后它的程式码怎么去生成那个程式码。那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既然一马小姐给我了30分钟的时间，那我稍微介绍一下什么是可惜软体。可惜软体，那可惜软体最重要的一点是说，因为你今天没有穿，你刚才脱了，所以我30分钟。可以吗？好了，30分钟。可以吗？我希望讲15分钟，你们让大家对。那你要讲45。哦，不要了，对，没有。其实可惜，我回到正题。那可惜这个部分的话，它跟我们常常听到绿色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可惜它会把你的就是你用这个程式的一个设定，
放在跟你的程式放在一起。也就是说，今天你只是一个绿色软体的话，它可能就是跟你安装版的一样，是放在那个系统的那个就是你个人的那个系统里面资料夹里面。它不是，那你换一台电脑去用这个程式的时候，因为你没有把那个你放在那个个人原本旧电脑个人设定的设定档带着，那它就会，它就是要重新是一张白纸。好，那可惜最大的好处就是说，我到哪里用都一样，只要我的平台可以用，比方说 OpenOffice， 你只要它可你是到一台那个有 Win2000 以上的电脑，或是你用 Linux 的那个外的环境去模拟那个 Windows 的那个，它就是它 Portable 就可以用，然后就是你原本之前的 setting。好，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就可以说就是我们，所以就是很多人为了这件事情，他想尽了办法去做一个，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可以带着走。对，那我们从之前是一个程式可以带着走，后来变成说以一个随身碟，或是以主要是以随身碟来说，去把它变成一个就是你的一个软体库去带走，所以才会有后面的这个后面会讲到，就是有各式的一个可惜平台。好，那可惜软体好处我刚刚讲了，因为它是它的设定带着走嘛，所以最大好处，像我现在其实我自己重灌电脑，我不需要就是说我剩下可以用可惜版的我都用可惜版，那这样最大好处就是我系统重灌之后，这些东西都不用重灌，我只要到对的位置去把它打开来就可以用，就是跟我之前一样，比方说 Firefox 它原本的 bookmark 原本的一些设定，它原本之前我存的分页它通通都在。对，那 OpenPolitics 也一样，就是它的原本的 setting 都会在。好，那这是最大的一个好处，因为它然后 最大好处就是它可以因为这个特性，所以它可以带着走。好，那再来就是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常见的几种一个可惜的一个 format。我们最常看到这一种，可是其实这一种通常来说，严格来说，它不算，它比较偏向是绿色软体。为什么呢？它就是用像 Cameo 这种软体去侦测你在虚拟机器里面，你虚拟机器原本是装一个干净的软体，Windows， 然后它把就是比如说我要装这个像它画面上的那个 Messenger Windows Live Messenger 的 Portable 版，好，它就装完之后去把前跟后的差异去 scan 出来 ，scan 完之后用 Cameo 这个东西去把它你需要的东西通通包起来，包成一个执行档。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是，它只要到对的平台，它一样可以用。可是问题就在于说，它会有一个，就是说，它就是有我刚刚讲像绿色软体的问题。那所以会变成说，它只是说你到处都可以用，可是不是说你的设定档到处带着走。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封装的一个 MSN 的那个 Messenger 进去，你可能你到另外一台电脑上，你要重新听一次你的那个账号，你原本设定存好的那个 account 都还在旧的那台上面。然后再来是，其实这样子的东西，你如果说它里面有什么东西要修改，因为它都装在里面，只是说它到时候你执行的时候解压出来用，所以它里面的东西是没有办法直接改的。也就是说，这样子，如果你今天这个程式要 upgrade， 不好意思，你就是要重新封装一个。好，那再来这个是 PAF 格式 ，PAF 格式是我们最常就是看到就是很多平台都有支援这个格式。这个格式就是说它有一个启动器，然后它就把程式，它程式只要它不修改这个程式为前提去做，就是把程式资料就是个人设定的 profile 资料夹放开来，
对，然后这个 John 这个 John 他是从做 Portable Firefox 开始的，所以他后来成立这个平台的时候，他这个网站所有的软体都是所谓的 OSI 的软体，都是属于这个自由的 Open Source 的软体，所以不是，所以在这方面来说的话，如果说单纯就是讲 license 的问题的话，他的东西是比较没有问题的。好，然后还有就是说，他甚至有提供一套，就是说你把它可以 hack 起来的一个工具啊，还有就是说他的那个启动器怎么去开发。然后最棒的是，甚至连这个程式，你可以，这是我官方抓的那个 menu 的他的那个照片，他这个。这个我现在也是用这套东西，我等会开给大家看，就是它有自动线上更新的功能，还有就是你可以选择它有 list 的在它的官网上面的一些程式，对，这一套是目前现在，然后它也有中文化，这个是目前我看到比较最完整的一套。那其实我觉得这一套是很可惜的，就是年轻的时候开发完，后来我就没看到后续了。对，因为这一套是也是完全，这一套是最重要一点是它完全是国内制作，所以完全中文化。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他说，就是他甚至于会说，就是你有暂时就是你只要随着你插上去，你只要开了它的界面，它就是把你的整个桌面给换掉，换成你自己。就是这个平台用的一个桌布，它不是用你系统的桌布。那还有就是这个我的文件会直接导到它那个随身碟的那个资料夹里面去。好，可是因为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很可惜的就是它很容易被防毒软体或是防火墙挡掉，或是当作恶意程式。像我之前试过，就是那个小红伞就是把它认为是那个恶意程式，然后就把里面的那个 IE 的 link 给挡掉，就是不然的话，其实它很方便，对。然后最重要一点是，好像没有继续开发这一点，我觉得很可惜啦。因为其实有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很可惜。有问题吗？这东西我看起来好像是有片片用吗？看起来像是那时候年轻做的。这是一整个平台，也就是说，它里面就是像这样有 menu 有 Firefox 啊，有什么东西有没有？然后 OpenVoice， 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可惜的整个的平台，它是就是把那 OpenOffice 的话，其实它也是用那个刚刚讲 PDF 的那一套东西，对。好，然后其实其他还有很多就是类似，因为它都是从那个。A suit 的这套软体去，包括刚刚讲的 PAF 这一套，它都是从那个 A suit 这一套东西去开发而来的，所以其实类似的东西很多。那但是我会推的话，就是我不会每一样都拿出来讲，就是因为说真的，其实很多，可是每一个大部分其他的那个都是一个套组。比如说，我觉得我哪一些是需要，他就包，把它通通包起来。所以这是我没有把它全部都拿出来讲的原因。好，然后再来一个是，再另外一个就是最近偷偷打广告一下，我们中文版的 Open AOO 的3.4 Portable 中文版有做的一个东西，就是多做这个 format。那这个 format 最大的好处是说，本来呢，因为那个刚刚讲 PAF 格式，它是一个程式一个资料夹，它就一个，对，那这个是它就是分门别类放好，好，所以它的设计上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一套又不太一样，对，那这一套的方式，它的设计很方便，就是说它也帮你的程式设定好我的文件夹。他也是帮你的程式设定好，说我的那个 download， 尤其像对于 browser 来讲，不管是 Firefox 或是 Chrome 来说 ，Google 的那个 Chrome 来说，
对这个东西来说就很方便，你的 download 永远是同一个资料夹，你不会去，你不会说这样子被改掉。好，那自从它的第四版之后要 Darknet 这一点，我是觉得见仁见智啊，因为不是每一台电脑都有去装 Darknet 的这个 framework 的东西。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因为它上手的难度比较高，像我一开始去用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它的程式要怎么装，它不像那个直接按就可以找到一个那个选单说我要装程式，我要安装新的程式，对，所以这个是比较可惜的。所以也因为这样，虽然这个选单其实如果你去 Google 可以找得到它的中文化的 menu 的那个中文答案，可是基本上大部分你只要找 WinPanHack 这个就是所谓的 S Launcher 开头的东西 ，S Platform 的东西，它就是通常你到华人区这种 Google 中文去找的话，找中文的网站的话，大部分都是给你下载点，但是不会有其他的多的说。对，这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一点。好，那其他的，那这我刚刚第一样我就刚刚有讲到了，第二个是它的双胞胎，这个双胞胎就是有多了很多就是非 open source 的东西，然后或者是像 Portable ABVC 的话，基本上是很多处于对岸的软体，对他们对他们自己的软体，像有一些东西，像那个刚刚没有讲到 WPS， 那是那另外一套 Office Suite， 那这是。他们那边就有做好，那还有一种我所谓本身程式就有做 portable 版本，就是像有些程式它就是一个资料夹，它就解压下来就是一个资料夹，然后它的设定档就跟程式放在一起，它是放在其中里面的某一个那个档案里面，或者是说它就是放在某一个资料夹里面，那你整个资料夹带走它还是一样的。只是说它不会说像我们刚刚那个讲的有特定的一套的具体的，就是说它是一个每一个程式都是一样的方式去做一个变成 portable 的动作。好，那这个的话它就没有所谓一定的，因为像我之前喜欢用的 EM Editor， 现在是它就有所谓的 portable 版，就是。它会有一个 INI 档案放在下面，它就可以把你的 setting 带着走。对，那每一个那这个东西的话，就如果说是个别程式做出来，就每一家都不一样。好，那这个制作经验盘的部分呢，其实说真的，我现在就开东西给大家看。因为我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所以伊玛说要我讲半个小时，说真的我有点怕怕的。好，其实它的格式很简单很明确。那我做的事情其实是我把中文版的 Office 给那个 Open Office 给塞进去，然后再执行做打包的一个动作。那就是了解它的一个格式，它去做，因为它可以就是从。我们可以从这个去开它的就是原本的主选单的一个部分，它有分几个 menu， 那它的格式我顺便就这样讲一下，就是它有 app 嘛， app 是放所谓的就是程式的一个资讯的部分，跟程式本身的程式的部分，那 data 的部分就顾名思义，它是放我们所谓的就是你使用的一些 profile， 它就放在这里，那。Other 是跟授权比较有关的东西。好，然后，所以像它的 Java 也是跟，它可以直接跟 OpenOffice 的那个程式放在一起，然后也可以，所以我换的只有换这里面的东西。那还有就是，还有修改这边 APP Info 的那个档案。这是为什么我刚刚会特别把那个电影的那一句话拿出来讲，
因为我没有做什么事情。对，那我做到的事情就是我改完，然后我找空间去 upload， 然后就是说，因为有人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对，那可是这个又回到我刚刚讲一开始讲的那个问题，就是当时的随身碟都不大。我们看一下，其实这是我已经用那个 UPS 去压缩过的，即使 UPS 压缩过都还要快200 MB， 那实际上你装在硬碟里面全部装下去大概是300多 MB 左右，就是 OpenOffice 来说，因为那个 LibreOffice 的话它会把它的字典的内档案非常大，然后如果你再选择就是主要是字典档案就会占掉一大半的空间，所以如果你去 LibreOffice 去下载那个刚刚 PFF 网站做的官方版本，不好意思，你弄到随身碟，它大概快要大概至少七八百 MB 跑不掉，还有一 G。对，好，所以在我们回到 AOO 这边来，因为这样子的程式大小，其实如果说我今天还要跑特定的东西，我还要再上个 Java 上去的话，其实我的随身碟如果以一 G 来讲，以512来讲，大概就占掉一大半。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就使用了 UPS 去做一个压缩的动作。那只是说但是现在其实有刚刚讲 PAF 的那个提供的 compactor， 其实以前是要自己手动去用指令去下，去把它重新做包装的一个动作。那这样一包装的动作最重要目的，除了第一个是减低大小之外，第二个是说，今天因为那个年代的关系，它的程式，应该说它的那时候的电脑配备很多还是 USB 1.1 的规格，那在它阅读在解压缩开来的状况之下，它的速度会比你直接去执行它原本的程式的速度要快一点。所以在那个年代的状况之下，它是这样去做一个处理的。对，其实现在其实可以，尤其有自动更新的话，其实可以不要这么做。对，那这是，然后这个，那 OpenOffice 的格式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应该说 PF 的格式是比较简单的，你就会看到一个 portable 资料夹，然后它里面就是这么几个资料夹。然后把它分了别好，然后就是透过外面的启动器去启动。好，那我们换到刚刚讲的那个 Essential 的部分。Essential 的部分，我们用我拿到那个 LibreOffice 的东西，我换 OpenOffice 来讲。LibreOffice 它也是外面有一个启动器，然后并就是我们刚刚里面 App 里面的东西 ，App 资料夹里面的东西，然后它有独立的文件夹，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它需要的一些 runtime 的东西。好，然后这个是 user 就是个人所谓的个人设定档。那在这样上有什么差别呢？我们来看它的整个，就是所谓的它整个平台的东西。它整个平台外面是一个启动器没有错，可是它打开来就是也是一样这几个资料夹。所以说，如果你今天把我们网站上提供的那个 OpenOffice 的这个 Deep 堂去做执行、做安装，我们会看到这些事情。
刚说我搞了很久我才去看他的那个手册知道怎么装的，他就是拖进来去安装。对，要把整个 zip 拿去拖进去去安装。所以就是他你必须要先装framework的意思。所以这个意思不是，就是说如果说你要把它合在一起用的话，他就要用这种方式去装。而且它目前没有说 PA 像 PAF 一样用，它会自动更新。也就是说，今天它升级到 3.5 或是升级到4，它的网站上你就是要去自己去 upgrade 去 download 它的新版本，然后拿回来用这样的方式去装。那装好就会像在这个 menu 一样，就是会在这边，它会写 S Open Office。这样子好。那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像我们这个 S 不这个 S Venture 的平台哈，这个如果是这样子做的话，你会发现它会把所有的东西放在一起，比如说所有的程式码，它就分门别类放在 B 里面。包括我们刚刚装的，Open Office 的部分，它也会放在这里面。然后，这是我觉得它还蛮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那个文件夹，虽然我先就是它的文件夹是，就是等于是特别独立的，还有下载，就是它是一个独立的资料夹，就是你所有的程式都是用这个设定，都会。就是它预设至少你预设都会用到这个设定值，对。所以它的好处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如果说有一些共用的那个 library 的话，比方说 Java， 它就会放在这里。比方说那个解压缩时候用的那个 7D 的程式，它就会放在这里。或是有一些程式，比方说那个有一个那个 GTK 它有一个那个绘图软体 GIMP， 它用的那个 GTK 部分，它就是这边是可以跟其他程式去一起 share。 对，好，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大概介绍完。其实说真的，如果你大概了解一下这个它的架构长这样子的话，其实剩下的东西也就可以自己做。那我们当初做其实有碰到很多的，就是很多人会问，第一个就是像刚刚讲防毒软体的问题，但是那个是一个就是已经知道的一个 non issues， 就是它是一个就是我们已经知道某些软体会，我很多防毒软体会啊。那当然后来这程式码修改了之后，其实越来越不会说让防毒软体去判别是有问题。那这个部分现在是比较没有，其实现在不太会听到这个问题。好，然后再来是，很多人会问说，因为以前会觉得在随身碟里面塞个两三百 MB 的东西是很大的，那很多人就会说，我只要用到那个 Writer， 我只要用到，比方说像我们简报用 Impress， 好，他会问说，那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可以指出有 Impress 跟那个 Writer 的版本就好了。可是事实上来说的话，大概你如果你自己亲自去装 Open Office 的话，你会发现少其中一个程式，大概少占的磁碟空间大概只有十几 MB 而已。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其实我们也常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但是说真的，其实我们就是有跟他分析，就是这样子其实不太会影响你的就是一个 usage 的部分。好，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解包，那其实现在的状况哈。其实说真的，我其实很，其实刚好等于算是当一个，就是说我
我知道它原本是怎么包的，所以在没有人包的状况下我去包。可是现在像不管是 S Launcher 或者是说那个刚刚讲 PF 的Codable 的格式来说的话，都有人做出还蛮棒的一个东西。比方说像那个，像我们刚刚讲 Portable APVZ 这一家，他做了一个很棒的东西，就是你只要把他出了一个那个设定器，就是你只要把那个 OpenOffice 的程式放在他旁边，我这边放了一个英文版，这个是那个英文版的安装程式，我只要把它放在旁边。好，然后他就会，那这是他要求的一个那个，对，他就会做一个假安装的动作，他实际上其实是做一个，哎，等一下，我刚不小心按出来的 ，language of installer， 他就是这个界面，那他就会做一个，就是那因为我已经有一个 PF 的那个我已经启动了，所以其实我现在要故意装到不同的地方去。好，那不好意思，因为他刚刚那个我一定要选英文的给他，等我一下。其实现在我不要自己动手做，我只要下载两个程式下来，它就直接帮我 generate 去做成 portable 版的。这样比较快不是吗？这样就很快，就不像以前我要拼死拼活去搞懂它，不需要。其实这是我现在要讲的东西，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资源之后，其实不用这样做，那不用像以前那样做，那只要由他这边去做一个帮你的程式直接做解压缩的动作，因为那个不管是 AOO 它本身的 installer 还是那个 LibreOffice 的原本的 installer， 它都是 MSI 的格式，就是微软的 Windows installer 的格式。那这个程式它只是做一个把它的installer 里面的 source 把它抓出来之后，然后再帮你解压缩，然后把这些那个启动器一起附上去。那它做好了，就像我们的 OpenOffice 的这个 source 长得像这样子，就是一样的，它就长这样子。然后就是你要用 Writer， 就是用 Writer 的启动器，那用 Cork 就是用 Cork 的启动器这样子。当然其实也可以直接就是说用 Portable 启动之后去指定我要用哪一个，所以这是我觉得其实像那个像刚刚一妈妈讲到说那个 OpenOffice 4他要把它像那个 Lotus Simplicity 这样子做单一界面，我觉得是很棒的。因为其实现在 OpenOffice 其实它本来就是，如果说你可以直接用它的界面进去，就是指定说你要用它里面其中哪一个程式的部分。对，那 Portable 也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好，那所以其实在有这样的东西之下，那它解压要一点时间，那这我不管它。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做，我们可以自己做，比方说我需要英文的我自己做，我需要日文的我自己做。那唯一做出来跟目前在我的网站上分享的差别，就是我有在做另外做刚刚讲的 UPX 的一个压缩，就是对执行档的做的一个压缩，执行档或是那个 DLL 档做的一个压缩。好，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做出来，就是它直接帮你 generate 一个那个 portable 版出来的一个程式。然后其实 Essential 我进就是刚刚讲 Winpack 的东西，它做了一样很棒的东西，就是我后来研究我发现，其实后面可能我就不特别去试出就是读 S 那个 Essential 的版本，原因是它现在它的测试版已经做了这样的东西，就是它的我想我用那个 LibreOffice 的部分来讲这件事情，我用它给的东西来讲，你看哦，它移除还要到这一层资料夹，它才能去做移除。我们直接把它盖过去，我们直接用它给的官方压缩档。你看，可以看到它官方压缩档比我提供的要大很多，足足大了一倍。那它大一倍，我们就从资料夹来看的话，它是大在这个部分。那大在这个 LIB 的部分，这个部分是什么东西呢？这个部分的话是最主要是所谓的它的一个字形的这个 Lampack， 就是语言界面的部分，也就是其实它是一个多语言的，当它执行之后，它的多语言它可以就是它第一次会问你需要保留哪些语言，然后还有哪一就是像 LibreOffice 的话，它还会问你说你要使用里面的哪一些字典。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其实我之前来做这个中文版的部分的东西，其实已经算是告一段落，其实已经是一个功成身退的一个状况。对，因为其实大家只要去下载这样的程式，就可以去自己去 generate 一个出来。对，那只是说，因为有时候其实这些作者并不像他有时候速度快，有时候速度慢，对，那会变成说，那他没办法去做这样的一个那个，我先把它移掉哈，就是移掉它才这样装，它的记录它才会在，它才会重新 setting。但是因为它有第一次启动过的痕迹，所以我必须要先做这个动作，我才能示范用另外一个来做这样的一个示范，它做了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它这一版，因为我那时候抓的时候，我在准备这个简报的时候，它还是测试版，所以这个版本的话，它其实没有伴奏，它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没有这个意大利的官方网站，它没有做伴奏上去，它还是 developer 的版本。它会指定你要，因为原始是英文版，就是英文版，它是 OpenOffice， 我们都知道它原生 native 的版本是英文的。对，那我们今天如果说，比方说，因为它
它这个版本里面没放繁中，我来个日文版或简中版，我先简中好，它就会把它调整成简中版，它就是把简中的语言包给放进去。那它也会直接问你说，你的整个平台里面你没有 Java 的话，你是不是要去装 Java？ 那我们这边就先跳过，因为 Java 刚刚伊玛有讲说，其实不是特别必要的一个配件，我们就跳过它。OK， 好，所以其实我们在有这样的工具之下，其实我是觉得。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其实就是我是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很棒，是说那至少他现在这可能是因为他是那个试用版的关系，是不是那个测试版的关系，所以他没有调换成那个换成简中啊。我其实有试过 LibreOffice 的 LibreOffice， 他会直接换成那个对应的语系。那这就是我现在提到的一个现况。好，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请问这可以跨 platform 吗？就是说，让你就自己看你看 platform， 你就装哪一个？但是如果你要跨的话，你要自己另外申请，你要自己另外装不同。基本上它没有跨 platform， 所以如果说你要在 Linux 上使用的话，是要透过 One 去执行的。对，它就是 for Windows， 因为毕竟 Windows 的平台还是居多数嘛。对，那就是你到大部分的 Windows 平台，你只要随身碟插上去的就可以用，就是把它放随身碟插上去就可以用。这样。Any questions？你是用 WinPen 做的？应该说，我一开始做是先做 PAF 的格式。那我们这次做 AOO 的时候，我就有尝试做这个 WinPen Patch 的格式。对，所以其实两个版本我都有做。PAF 是用哪一个版本？PAF 的话是用那个，它有一个那个 portable.x.com 的 installer。还有就是我们压缩的话，现在是用它的 competitor， 对，那所以我才说这是一个现成的东西。那做好之后，它不会在那个 registry 里面再写任何东西。哦，它写 registry， 必要写 registry 的时候是，它暂时写进去，然后再就是说你安全。但是它会在你程式停下来之后再去把它给抽掉。那 OpenOffice 的话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因为通常会有 registry 的问题是你今天它是属于可能是一些有要什么序号啊或什么的软体，它做这样的一个，它在做一个就是 portable 化的时候，会需要用到去动到人家的那个机器的注册表。那它就是等于说这个 launcher 它会直接就是先去自动执行去做一个注册的动作，去对注册表去做一个修改的动作，然后你用完了，它就把原本的这个被修改的部分给改回来。还有问题吗？应该说，如果说你要让它在一个 menu 里面的话，你就要装它的一个就是 menu 的一个工具。但是如果说你只是单纯我今天只要用 OpenOffice， 那我只要把那个资料夹 copy 到随身碟里面去就好了。那同样的 PAF 格式的东西也是一样的状况，只要把那资料夹 copy 过去就可以了。所以像在一开始二点多，还有就是生阳的时代的时候的事情，是我们那时候做的可惜版，我们并没有用 installer 去做，
我们是直接就是用压缩字节压缩档的方式去做。你现在看到很多的网站，如果它也提供类似的东西，它自己包的话，它也是直接，它就没有像我用 installer 的方式去做。installer 方式去做，就是看起来会比较完整，而且会觉得说比较正式一点。还有就是说，你们会觉得说这个程式是比较来源比较可靠。对，我们会觉得说，希望是说它也是比较可靠，你会知道说这是一个不是说随便哪一个网站，它就是我追了软体的速度，然后我就是跟你说我帮你包起来了，然后来源不响的那一种，不是来源感觉不好不太可靠的那一种。对，那所以我们后来都有就是依循 PF 的格式，虽然我是非官方，因为这个后来官方都有自己在出中文版 PF portableapps.com， 他自己有出中文版，你可以去上去他的网站上看，目前他还是 3.30。 对，那所以这 3.40 是我们自己再去，所以就是其实用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还有吗？没有的话，那我就把。请问一下，那个 portableapp.com 上面的档案是你做的？portableapp.com 的东西不是我做，是刚刚简报有提到有一个那个 John T. Porter 这个人做的。对，那上面中文化刚好因为那时候碰到我没有扣，所以那个中文化并不是我去翻的。对，那如果说中文化有什么问题的话，其实是建议到官方的那个缝去讲这件事情。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没有的话，我就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还有就是说，谢谢大家，就是这一次简报，其实说真的，说来惭愧，我每次都在做 Pack 这个东西，可是其实这是我第一次用 Impress 做，但是第一次用 Impress 做，我说真的，让我印象深刻，因为。我之前不管在学校还是在现任的公司，就是都是要求用那个 PowerPoint 做基础，所以 PowerPoint 对起来长什么样子怎么算，所以我很少用。可是在这次我体验 3.4 过程，我觉得很棒。比方说它的那个复制投影片功能，哦，真的就是直接移到那张投影片的那个缩图上，直接按一下，直接按它的那个出现的那个。凸显的那个视窗，这之前就像之前就像是了。对，所以我觉得这设计是比 MS Office 里面的 PowerPoint 比较方便的一个地方。那我必须说啦，小弟，你要说小妹也对，那就是在这方面，其实我也还在摸，所以我是觉得说，谢谢大家这样子，就是不吝指教这样子，谢谢大家。我真的太惊讶了。其实我比较惊讶的是 PowerPoint 不是这样做的，因为我几乎没有碰过 PowerPoint 这样。对对对，那我们休息大概五分钟，那4:30-4:35的时候我们再请陈夏来为我们分享。嘿，那大家慢慢的用。请大家坐下来，那我们请陈夏开始帮我们介绍，因为这个是今天的重头的 session， 因为这个一堆人都在问我这个问题，即使他把简报丢出去了，又那个询问率超高的，所以那我们就请陈夏开始帮我们介绍。大家好，那个其实题目很清楚哈。我讲的其实就是跟社群转换有关的东西。好，那我是来自于自由软体制造厂，叫林成夏。那，你可以记冰林成夏，这样就很好记，就去掉第一个字就好了。好，那我废话不多说，我直接开始吧。
那今天我的简报主要会有三部分，第一个会先讲 OpenOffice 的一个授权的一个历史演变，那第二个会讲它授权转换里面有几个要点，可能大家可能有注意到，可是不了解它的关键点在哪里，那我们会讲一下授权转换的一个重要概念。那第三部分呢，可以提供给大家做一些 QA。那但是因为之前一毛毛已经有先丢一些问题给我了，所以我会先针对他的问题在第三部分里面去陈述。那先讲一下，其实就是你对我的演讲内容有任何的疑问，你可以随时提出来，那我们可以当场直接讨论。那如果有些问题你是事后才想到的话，那这份简报里面有我们的联络资讯，那你可以透过电子邮件或电话或是自然体珠宝厂的一个华盛顿团来跟我们联系。好，我们先讲历史演变的部分，这部分我会带得很快，因为其实一毛毛在第一部分他的简报里面其实已经有大致都已经带到了。那基本上呢，我把这个 Apache 的 OpenOffice 的一个历史的演变分成三部分，就是这是专门针对所谓 OpenOffice LibreOffice 在授权的那部分会再去讲，因为它是一个 branch。 那我们主要看这个创始的部分，一开始呢，它是德国一家公司叫 Star Division 的一个套装软体叫 Star Office。 那这个 Star Office 呢，在1999年的时候呢，被升阳收购，被 Sun Microsystems 收购。那升阳其实主要就是买它过来要进行一个所谓的 WinOffice 的一个替代方案，或是一个取代方案。那第一版的 OpenOffice Release 是在2002年，所以它在升阳在1999年买下这个 Star Office。 其实它是把 Star Division 整家公司都买下来。那接下来它在2002年的时候推出第一版本的 OpenOffice。 那我们知道升阳其实在2010年的时候卖给了 Oracle，所以 Oracle 其实也试出了一定时期的版本的 OpenOffice，那像我现在还是用 Ubuntu 10.10，这是一个最后一版的，在 Ubuntu 上面是 OpenOffice。 那上面是有打 Oracle 的一个标记，那我们知道其实在Oracle 在推 OpenOffice 的时候，其实是受到很多的质疑也受到很多怀疑，所以其实 OpenOffice 有些核心人物其实是出走，另外去加入了那个 The Document Foundation， 然后他们甚至有建立另外一个最大的一个 branch 是 LibreOffice。 那到了2011年的时候，其实 Oracle 就在去年嘛， Oracle 把那个 OpenOffice 这个 copyright 捐给了 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所以现在大家看到，新版本的 OpenOffice 上面会打上 Apache， 变成 Apache OpenOffice。我们先讲一下，这是一个授权的一个概论，就是说在它不同时期的，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授权的方式。我们先讲第一个时期，在 Star Division 的一个 Star Office， 它是一个原生专案那这程式码是 Star Division 这家公司写出来的。其实那时候它就是一个 proprietary software， 那它可能当初在推的时候有一些 freeware 的状态，它可以让你免费下载或是 demo 去试用，而基本上本质它是一个私有软体，那你只能从它的网站上去下载，那你不能再去散布，那基本上你也看不到原始嘛，你也不能去修改，所以这个时期它是一个所谓的 proprietary software license。 那在1999年升阳收购以后，它是透过一个并购，特别强调这边是一个并购，它是把它整个买掉。那买进来以后呢，他在2002年呢释出了第一个开放原始码版本的 OpenOffice。 那时候他其实是用双重授权的方式，第一个版本升阳释出来的 OpenOffice 呢有两个授权方式，一个是 LGPL 2.1， 那一个是 SISSL 1.1， 这是升阳自己的 OpenOffice 的 license。 那他那时候有推两种方式，因为 LGPL 2.1 呢，其实是很多社群所熟知的，那但是升阳毕竟也算是一个商业公司，它有自己的开放原始码的授权条款，它有自己的布局，所以早期的 OpenOffice 的版本其实是你可以选择你要用 LGPL 2.1 或是要用 SISL 1.1 拿到。但是到2005年的时候呢，Sun 自己把它的 SISSL 给简化给拿掉，因为他发觉其实大家都还是下载了，然后再散布都还是宣告 LGPL 2.1 不会再去宣告他自己的 Open 他的 license。 那时候在配合开发源码促进会 OSI 的一个所谓的 simplify， 就是说
那时候大家发觉说，自由软体开源，这个授权条款越来越多，已经多到上百种。那有时候你程式设计师看到这些条款，其实你不知道这个软体要怎么开发，因为程式设计师还是对程式码最了解。那你现在如果看到一个东西有五六种授权条款，他没有那个时间去看这个授权内容，所以他可能就不会去开发。那 OS3 那时候是提出一个警讯说，大家接力开发当然是很好，但是如果授权条款太多的话，反而会造成一个开发的一个障壁。所以那时候Sun就说，好，那我们就从善如流，我们就把自己的 SISSL 给拿掉。所以在2005年之后的 OpenOffice 都是用 LGPL2.1 来授权的。然后呢，到了2008年哦，Sun 在卖给 Oracle 之前，就是在被 Oracle 收购之前呢，在他的那个 OpenOffice 3.0 的 beta 版的时候，这时候他有把他的授权状态从 LGPL2.1 升级成 LGPL3.0。所以2008年他有做这个授权升级，好，那这是Sun的时代。那这边特别强调一下，Star Division 当初是被Sun给并购，那Sun也是被 Oracle 所并购，这是一个并购的关系。那 Oracle 并购Sun以后呢，它原则上还是依循就是最后一个版本的 LGPL3.0 来授权这个 OpenOffice。 那这时候呢，到了2010年就是其实这个 OpenOffice 的主要的开发的一些核心成员有离开 Sun， 离开 Oracle， 因为他们对于 Oracle 要怎么去处理 OpenOffice 的一个授权政策不是那么有信心，那时候可能有些纠纷，所以他们离开了，就成立了所谓 的 Document Foundation， 那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 OpenOffice 的 branch， 那称之为 LibreOffice。 那 LibreOffice 呢，他并没有得到 Oracle 的一个 official 的一个授权，他没有 donation， 他其实也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授权移转，所以这时候呢，他 LibreOffice 你会看到他还是用 LGPL3.0， 因为他必须要承继最后一个版本 OpenOffice 的一个授权状态，所以他一样是用 LGPL3.0 来授权。那么呢，那其实就像伊妈妈讲的，Oracle 后来也决定他不会再用官方立场去推 OpenOffice 嘛，所以这时候他把 OpenOffice 的这个 copyright 透过一个捐献 donate 的方式捐给了那个 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 那大家可以很有趣的看到，就是说这个版本，从这个版本是 3.4 的版本，大家可以去看它里面的授权的一个声明，其实它是全部转为 Apache 2.0 的 license 来授权的，所以这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这边再强调一下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 得到这些 source code， 得到这些程式码呢，它是一个 donation 的关系，它是一个受赠的关系。那这个部分在我接下来讲的一些重要的地方呢， 会有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再 review 一下Sun 它历史关系大概是这样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讲到，我们可以从所谓的 OpenOffice 这么多年来一个授权的一个变动呢，学到哪些东西，所以这部分要讲授权转换，到这部分有没有人有问题？可以，可以，那我继续下去。第一，我要特别强调是说，著作权利移转的方式跟类型，它不是只有一种。为什么当初我为什么在刚才一直讲说，Star Division 是被 Sun 并购 ，Sun 是被 Oracle 并购，并购其实是旧的一个法人的一个权利跟人格被新的一个法人所承继。所以呢，这个我们贯称呢，它是一个权利处分行为，它是一个完全的权利移转。什么叫处分行为呢？最传统的处分行为呢，其实就是买卖。买卖呢，赠与呢，或抛弃呢，它可以把你对某些东西的一个物权做一个终局的一个结束。比如说，如果把手机卖给各位，当你买到了，你把钱给我的时候，那这只手机以后怎么处分呢，都是你的事。你要把它摔坏，其实你也不用问过我。那另外就是赠与，今天如果送给你我的手机，送给你一样，你要把它摔坏，原则上其实也不用问过我，因为你取得一个完全的权利。那抛弃也是一样，你今天如果跟大家讲说，这只手机我不要，我放在这边，谁要就拿走，那你也已经处分掉它了。所以处分在权利的一个移转上，它是一个非常干净，它是一个切断的关系。那所以跟大家讲说，在Sun并购 Star Division 跟 Oracle 去并购 Sun， 其实它就是一个买卖的处分行为。这时候它是得到所有的这些程式码的一个权利。所以
通常这样的，你得到所有权利的人，你其实是可以随时去变更这个专案的授权方式。也就是说，Star Division 本来是用 proprietary software 在试出它的 Star Office， 当它被 Sun 并购以后 ，Sun 可以决定说我以后要有 GPL 2.1、或者是说其他自己的 SISSL 的 license 来试出这个程式，它不会再受到前一手的拘束。当 Oracle 把 Sun 买下来的时候，其实照一个法律关系，它其实也可以不要再用有 GPL 3.0 来试出 Open Office、不过那时候他应该是没有特别在这上面有一个授权布置，总之他没有做这个事情，他后来还是延续用 LGPL 3.0 的方式。好，那我们再看到赠与也是一个权利的处分行为，所以 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 呢，他从 Oracle 手上，他是透过一个赠与的关系，他是一个 donation 的关系来拿到这些 source code， 所以这是为什么原本用 LGPL 3.0 授权的，大家其实大部分会觉得，哎，我之前用 LGPL 3.0 我才可以得到 Open Office， 那为什么现在 Apache Foundation 它可以用 Apache 2.0 的一个方式来释出？那这就是因为其实它得到了所有的一个程式的一个处分权利。好，那我们再讲第二部分呢，就是一般你常看到的所谓的知识权的授权行为。授权行为其实我们可以大分成两种，一种叫专属授权，一种叫非专属授权。专属授权呢，它很奥妙，它类似权利脉断，可是它就不是权利脉断。好，比如说我今天可以说，这种状况就有点像，好，那我举例好了，就是请那个强哥跟我搭配好。我今天说我的手机专属授权给强哥，这个号码也给他，那这段时间他能用的，反正人家打那个门号就是会找到他，但是我就是说3年以后你要还给我。哎，专属授权比较像是这种方式。我今天如果把我的软体专属授权给你，在我授权给你这段期间呢，基本上我只能对外声明说这个软体是我写的，我的著作人格权不会消失，但是这个软体现在不是我在用，现在著作财产权归属于强哥，所以如果你要谈授权哦，就去找他，也只有他可以再授权这个软体怎么去使用，这叫专属授权，它类似权利脉断，但是又不是权利脉断。那非专属授权呢，其实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所谓 open source license 自由开源软体的授权方式，它几乎都是，它全部都是非专属授权。比如说，我可以用 LGPL 释出，我也可以用 GPL 释出，我对不同人有不同的释出方式，我也可以一次释出给很多不同的人去使用，这叫非专属授权。非专属授权就是你得到一部分的权利授予，可是呢，这并不会拘束到原来的权利人，他还是可以把这个权利再授权给其他人，这是一种非专属授权。所以请教一下，你刚刚这个授权口头授权还是要书面授权？照我们的一个法律规定，各国法律规定，所谓的口头授权诺成契约是讲定的 就成立了，只有部分的行为是一定要求你书面，譬如说不动产的买卖一定要经过公证，一定要书面，这是不动产。那另外就是结婚，你一定要是书面，你一定要去那个物证事务所，你一定要有公证，你一定要去登记。那有部分的法律行为它要求你必须要透过书面，那但是一个授权行为其实并没有要求你书面，但是这种状况我们通常会要求你要书面，就是建议会书面，因为口说无凭。今天我说了你也答应了，其实契约就已经成立了，可是事后就是一个证明的问题，如果到时候有一照其实他不承认，那你又没办法举证的话，那其实法官就会认为其实授权关系不存在。那我们今天从定义上面来说，其实口头说了就成立了，那只是如果你不安心的话，其实还是需要有一个书面契约会比较稳固这样子。好，那我们刚才介绍一下专属授权跟非专属授权的关系呢，那其实我这边特别要跟大家讲的其实就是LibreOffice 呢其实是透过一个非专属的授权方式，从原来的 Oracle 的 OpenOffice 取得一个授权，因为 Oracle 它 OpenOffice 最后一个版本它是用 LGPL 3.0 授权，那任何人下载到这个程式码它都得到授权，所以 LibreOffice 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去开发，可是它只是一个非专属授权者，所以基本上在现阶段呢它也是受限于 LGPL 3， 如果它开发以后再释出呢，它必须要照 LGPL 3或者是 GPL 3，因为 LGPL 3跟 GPL 3有一个单向的单行道式的一个转换关系，你可以把 LGPL 3授权的一个函数库转换成 GPL 3授权，这本来就已经写在它的授权契约里面，
但是这是单向的，你就是不能把 GPIO 3的改成 LGPIO 3，所以这是所谓的 LibreOffice 拿到这个权利的一个方式。好，那我们再讲第二个特点，跟大家介绍叫 Dual License 哦。Dual License 其实 Dual License Dual 就是双重嘛，然后所谓的双重授权模式就是这个软体在散布上呢，它有两种以上的方式。那 Dual License 通常呢，几乎它暗指就是说，其中一个方式呢是 Commercial 的，那另外一个方式呢是 Open Source 的。那上这张图呢，你可以把它套用到 MySQL。MySQL 的资料库呢，你在网络上呢，可以用 GPL 的方式下载到。这个部分你可以免费下载，不用缴授权金。可是如果你有衍生作品的话，你必须要受到有 GPL 的拘束，你必须要提供程式原始码给你的后手。那另外呢，它也提供商业的版本。那商业版本其实你就是得到商业授权，所以你用商业版本再修改的东西呢，其实是不受到 GPL 的拘束，所以你再散布出去是不用提供程式原始码的，这是 Dual License。那现在很多的 Open Source 的一个 Commercial 的 Vendor， 它都是用 Dual License 的方式呢运作它的 Business Model。那我们从 Open Office 的一个授权转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所谓双重授权或是所谓的 Multiple License 的影子，譬如说 MySQL 其实它是用 Commercial 跟 GPL。那双重授权 Dual License 呢，通常呢一直是一种 over 的关系，over 的关系就是 A 或 B 嘛，所以你今天呢等于说虽然 MySQL 它有 commercial 的版本，它也有 GPL 的版本，但是你就是选择一个版本，你选择 A 或 B 来用。那像 QT 也是一样， QT 4.5 版以后呢是商业的版本，跟 LGPL 2.1 的版本都有，那基本上你也可以选一个版本来用，那你选的那个版本你就必须要照那个版本的游戏规则。那我们可以看到生阳在2002年到2005年的时候，它是用 LGPL 2.1 跟 SISSL 1.1 来释出 OpenOffice 的，所以基本上那时候也是它设定也是一个 OR 的关系，你可以选择用LGPL 2.1 的方式来下载，你可以选择用 SISSL 1.1 的方式来下载。那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在自由软体的领域里面有很多的 Multiple License 它其实是 AND 的，然后变成 over 的关系哦。怎么讲？上一个版本的 Firefox 呢，还是用三重授权的。有时候你可以在它的网页上下载到 GPL， 它宣告说我的程式码可以用 GPL 2.0 呢，跟 LGPL 2.1 跟 NPL 1.1 授权给你。你可以下载以后说我是用三重授权拿到，你散布的时候也可以说我用三重授权释放出去，它是一个 AND 的关系哦。但是你也可以选择说，比如说我从某一档那边下载到 GPL 2.0 授权的 GPL 2.1 授权跟 NPL 1.1 授权，我可以说我修改了一个版本 release 以后，我指定它是剩下就是 GPL 2.0。好，所以有一种 multiple license 呢，它是 AND 然后转成 OR 的关系哦。那下面这个例子其实更有趣哦。jQuery 我相信很多人使用哦，那它是用 GPL 2.0。跟 MIT license 授权，你可以选择用 GPL 2.0， 你也可以选择用 MIT 拿到，但是你在释出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说你要用 GPL 2.0 释出或者 MIT 释出。那这部分我们等一下会讲得更清楚一点，只是点出一个，就是说在 Open Source 这个授权领域里面，多重授权的模式其实还蛮频繁的，还蛮常见的。好，那这个图片是不是周杰伦的？那这是周杰伦的山寨版。那其实我是要讲周杰伦的故事，但是其实周杰伦还蛮会告人的，所以我不敢用他的照片。其实主张合理使用，我也不太敢用周杰伦的照片。那这是大陆的一个山寨周杰伦。那其实大家有兴趣呢，你可以去输在 Google 或 Bing 输入这些关键字，就是周杰伦阿尔法跟合约。那你会看到很多新闻条目，这个新闻条目讲的就是说，周杰伦跟阿尔法签了一个授权的一个合约，所以阿尔法授权这些他的伴唱带可以在 KTV 去唱，可是七年的合约期到期以后呢，这个授权就终止了。所以那时候周杰伦跟阿尔法这个唱片行说，你如果要继续让这些播放带可以在 KTV 播，你就要再重新得到我的授权。那但是因为当初我不红，我现在已经红了，所以钱都不一样。那这时候有一个授权纠纷了，那时候其实吵得还蛮热的，所以大家可以搜寻这些东西。那你会发觉说，其实说这个歌手呢，
它的一个唱片的一个著作权，或者是说它的一个各种权利的一个授权方式呢，它是可以去撤回的哈。但是我们这边强调就是说，目前大家的共识哈是自由开源软体的授权是不可以撤回的。怎么讲呢？我们分成好几部分来讲。第一个解释上呢，为什么解释上自由软体的授权是不可撤回的？我们知道所有自由软体授权条款，它都容许再修改跟再散布。所以今天如果说我写了一个版本，授权给强哥，哦，强哥可能再授权给其他人，那将来我跟强哥说我要撤回授权，哎，强哥说哇，我都已经在我网站散布出去了，我只知道下载数有 一万笔，我怎么知道这一万笔下载的是谁？所以这时候我跟强哥说，我其实我只有给你啊，那他就说，可是我不知道我给谁啊，那你现在对我撤回有什么用？其他人都已经拿到了，所以如果呢？自由软体的授权是可以被撤回的，它其实对于整个授权的稳定性、安定性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哦，其实，在实务上其实也很难去处理的。所以 ，BSD 的授权条款非常短 ，MIT 的授权条款也非常短。它的条款内容其实没有讲到这个权利不可撤回，但是一般的用 BSD 或 MIT 授权的，它是基本上都同意，我今天授权出去，我让人家自由修改、自由散布，其实我解释上就是这个权利我以后不会撤回。哦，那但是呢，口说无凭嘛。所以新版的开源软体授权条款，包括 GPL 3.0、Apache 2.0 呢，你会发觉它直接把这件事情写清楚了。好，因为实务上确实有发生过，可能某些开发者他当初不是这么了解自由开源软体的一个授权规则，他把他的程式用 Open Source License 的方式释出，等到后来就是有写信跟他讲说我要撤回。那其实很多散布的或是 web hosting 的人，他其实不知道怎么处理，哦，因为当初他把这些元件散布出去，他可能没有做一个记录了，哦，所以新版的自由软体授权条款包含 GPL 3.0、Apache 2.0， 它直接在条款内容讲清楚说，你今天如果用这个条款释出你的权利，那这个权利是永久的，哦，就是用 GPL 2.0 或 GPL 用 GPL 3.0 或 Apache 2.0 得到你这个授权的人，他一辈子，哦，都可以继续用 Apache 2.0 或 GPL 3.0 的方式来用你这支程式。OK， 好，那实务上呢？哦，实务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当然很多人就问他说，譬如商业公司可能会想说，哎，那这样子我以后是不是就不能用授权转换？我之前都用 GPL 释出，我这个 GPL 没有办法撤回，那我这个专案难道一辈子都要用 GPL 吗？其实实务上的做法是这样，我刚才特别讲 QT 4.5 版以后是用 LGPL 2.1， 那是因为在 QT 在 4.5 版以前呢，它其实是用 GPL 2.0 释出的，那它后来决定要用 LGPL 来取代 GPL， 所以这时候它就给它一个新的软体版本号，它给它一个新的版本号，用新的授权方式来释出，通常实务界都是这样做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包含 OpenOffice， 我们刚才不是说它有个授权转换吗？它当初是 Dual License， 用 LGPL 2.1 跟 SISSL， 那事实上呢，它在2005年的9月2号的那个版本，它才做这个授权变更，也就是说它是在一个新的一个程式的一个版本，然后说从这个版本以后只剩下 LGPL 2.1， 那其他的版本你可以查到它的版本号，我们就知道其他的版本之前还是用 Dual License， 哦，所以他们会用实务上它会改一个授权，它会改一个程式的版本，然后用新的一个授权方式来套用它。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升阳最后在升级 LG OpenOffice 的一个授权状态的时候，它也是从 OpenOffice 这个 .org 3.0 这个 beta 版本开始适用 LGPL 3.0。所以你可以知道 OpenOffice .org 3.0 以前的版本，哦，原则上就还是 LGPL 2.1 的，哦，它会用版本来区隔一个授权状况。所以这三点其实就是，透过这个 OpenOffice 这么多年一个授权转变，可能有些特色的部分点出来给大家知道一下。那我想大家对于它的授权转换其实很多的一个实务的一个问题，我先回答一下。比如说有提出这个问题，说 Apache 2.0 跟 BSD，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那做厂的法政可能其实林逸轩小姐有写一篇叫做化简为繁的 Apache 2.0 授权条款。其实它这个标题所谓的化简为繁，就是拿 BSD 跟 Apache 来比。BSD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很简单的授权条款，它的条款文字内容非常的简单而且又短。那 Apache 2.0 其实整个授权的本质跟 BSD 是很像的，
但是他把很多细节都给他充实了哈。我们先讲一个三款的 BSD 呢，一个本质是什么？其实就是 CDE 哦。什么叫 CDE 呢？第一个就是你怎么散布呢？你都不能把我的 copyright notice 拿掉。哦 ，C 是 copyright notice， 是我的著作权声明。所以你不管怎么散布这支软体，你必须怎么去修改，怎么去散布它，你必须要把我的著作权声明保留。那 D 就是 disclaimer。Disclaimer 的意思就是免责条款，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得到这个软体呢，你没有得到，你没有花费任何价金，那这个软体如果使用上出了任何问题，或是造成你的程式 crash， 或者你的其他的元件当掉的话，那你不能去主张一个损害赔偿，你不能要求原来的作者必须要担负这个责任。那 E 是什么呢？ E 就是 no endorsement， 就是不能拿来做担保了。就是说，今天如果中央研究院呢释出了一个东西，它是用 BSD 释出的，或者是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原则上会用 MIT， 好，加州大学不开玩笑，它释出 它用 BSD 来释出一个元件，那你今天厂商在加持在卖这个产品，你不能说，哎，我这个产品，这个第一手是 BSD 研发出来哦，那你不能拿它的这个名义来为你的商品来做一个广告跟加持。所以基本上 BSD 条款很简单，就是 CDE 哦，三款的 BSD 就讲了这些事情。那但是呢，这样的条款呢，对于程式的开发者来说呢，是很容易理解的，也非常清楚的。可是呢，商业公司在试用的时候，他就会很害怕，因为商业公司说实在的，公司的法务他习惯看到就是一个商业契约，上面有密密麻麻各种，比如说 trademark 怎么规范 ，patent 怎么规范，或者我们的授权契约是签几年的，几年要换约。当他看到 BSD 这样的条款，他觉得这种条款怎么够？我怎么可以拿来做商业利用？哦，所以呢 ，Apache 2.0 它的本质跟 BSD 是相近的，可是它对于一些商业利用的方式，譬如说 trademark， 它有条款，它有规定的条款，或者是说 warranty， 它有规定的条款。它 warranty 就是说，今天如果你是免费取得这个 Apache 2.0 授权的软体呢，它就是 no warranty， 但是你可以付费呢，如果你试出者跟你收钱，你也愿意付费给他，你们可以再把条款的，就是你担保的责任自己提高啊。那 trademark 就是如果没有讲，就是没有授权给你。好，那 patent 其实最有趣了。patent 其实它是有授权的。GPL 3.0 跟 Apache 2.0 都有针对 software 性质的 patent 来做处理。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程式的撰写者你本身有个专利技术，不管你申请了还是还没申请，如果你自己把这个专利技术写进去的话，将来你就不能用这个专利技术来告这些用 Apache 2.0 或是 GPL 3.0 使用你这个软体的人。好，因为 Open Source 的 License 是要确保你的后手可以持续的修改、持续的散布。那 Patent 可能在这里方会有一个隐性的威胁，所以新的所谓的自由软体授权条款对 Patent 的授权有预作处理。好，所以基本上呢 ，Apache 2.0 就是在既有的 BSD 的框架上面，再加一些商业利用必须要注意到的 ABC 哦。好，那这个问题其实更有趣哦。Apache 2.0 跟 GPL 呢是双向不相容呢，还是单向不相容？这很有趣。Apache Foundation、Apache Server Foundation 呢，他们一开始认为 Apache 2.0 跟 GPL 2.0 呢是相容的，也就是说 Apache Server Foundation 不介意你把 Apache 2.0 授权的程式写到 GPL 的程式里面，然后宣告它是 GPL 2.0 授权。哦，他们的主席出来讲话，但是 Richard Stallman 跑出来吐槽，他说这件事情不行。哦，因为 Richard Stallman 他认为说，因为 Apache 2.0 里面有所谓的专利反制条款，这个在 GPL 2.0 里面就是没有的。好，那 GPL 2.0 它能接受的一种方式就是说，你的程式，你的一个授权状态完全被我吸纳，然后之后改用 GPL 2.0 的方式来授权。所以他认为说，在 Apache 2.0 里面有一条义务性规定，哦，是 GPL 2.0 所没有的，授权状态两个是不可能相容的。那最后呢，最后的结论呢？最后的结论就是这个页面，大家这个有连结，大家可以去看哈。这个页面其实就是说，哈，Apache基金会就讲说，即使我们真的相信 Apache 2.0 跟 GPL 2.0 是相容的，也不介意别人把 Apache 2.0 的程式，把我们网站的一个程式改用 GPL 2.0 的授权。但是呢，在自由软体的一个授权领域呢，我们原则上尊重那个著作权利人的一个解释，既然自由软体基金会认为这件事情是不行的，那我们就尊重他说这件事情是不行的。
所以现在一般的共识就是，你还是没有办法直接把 Apache 2.0 授权的程式直接抄写到 GPL 2.0 授权的一个专案里面，你没有办法让他们 merge 在一起。那其实这是一个 software， 这是软体自由，法律协会，软体自由法律中心它的一个网页。这边其实就在讲，你把其他 BSD、MIT 或 Apache 2.0 的一个专案的程式码写到 GPL 授权的程式码，应该怎么去处理。所以这是一个细节的部分，补充给大家。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Apache 2.0 呢，如果跟 GPL 2.0 不相容的话，那它跟 GPL 3.0 能不能相容呢？这个答案是可以单向相容哦。比如说，你可以把 Apache 2.0 的程式呢，抄写到 GPL 3.0 的专案里面，然后宣告它之后变成 GPL 3.0。为什么呢？因为 GPL 3.0 呢，在第七条呢，它有一个所谓的 additional term 的机制哦。GPL 3.0 呢，跟 2.0 一样，你使用它，你必须要保留它原来的一个条款文字，你一行都不能去改。但是呢，它在第七条有一个唯一的例外，第七条，有这六款，你是可以加上去的。那这六条呢，这六款里面，其实譬如说，这一条是说，上部者可以自己去提高自己的一个保证义务。那这一条是说，上部者可以明定说，他的商标权是没有随着程式授权出去的。那这些其实跟 Apache 2.0 的条款内容都是相符的。那 GPL 3.0 在本轮的部分就已经处理了 patent 的问题，那这部分跟 Apache 2.0 是相容的。所以目前 Apache 2.0 授权的程式，你是可以把它转变成 GPL 3.0 的程式，但是解释上你还是不能转变成 GPL 2.0 的程式，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一些问题？那因为我接下来要带的是最复杂最复杂的地方，我还是先把这个地方讲完。那 Apache 2.0 呢跟 LGPL 呢是双向不相容还是单向不相容呢？其实这部分还蛮好理解的，如果在 merge 的关系上， LGPL 跟 GPL 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就照我们刚才的解释， Apache 2.0 呢跟 LGPL 2.1 呢是不相容的，可是它跟 LGPL 3.0 呢是单向相容的。你可以把 Apache 2.0 的程式抄到 LGPL 3.0 的程式里面，然后说它之后就是由 LGPL 3.0 来授权的。但是呢，你今天如果所谓的一个结合关系，你是用连结，你只是透过一个 interface 互相存取的话， Apache 2.0 它并没有一个外扩的授权拘束性。 LGPL 2.1 呢，如果你透过它既定界面去呼取它求取资料，它也没有一个授权干扰，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把 Apache 2.0 的元件跟 LGPL 3.0 授权的函式库放在一个专案里面，让他们透过本来的继承界面去呼叫存取资料，这时候他们的授权状态不会互相干扰，大概是这样。那这个问题是最大的哈。LibreOffice 呢？目前呢，不好意思 ，LibreOffice 目前呢，这个连接是说哈 ，LibreOffice 呢其实是有跟这些所谓的程式著作权利人要求说，是不是以后呢，你把 code commit 到 LibreOffice 的一个 repository 的时候，你可以同时用 MPL、LGPL 3.0， 那其实我看他的网站还有包括 GPL 3.0 加。LGPL 3.0 加跟 GPL 3.0 加的方式来给我们，那他这边的理由是说，这样子可以让 LibreOffice 跟 Apache 的 OpenOffice 之间增加相容性。但是其实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其实没有办法增加相容性。其实从相容性观点，这个理由很怪，但是它是有理由的，我们慢慢解释。LibreOffice 目前的一个程式码信号政策呢，是希望就是 commit 给他们的，可以同时用 LGPL 3.0 加跟 GPL 3.0 加跟 NPL 把这个程式码给他们。那我们先来解释这个部分，什么叫 LGPL 3.0 加呢？ LGPL 3.0 加呢，其实就 LGPL 3.0 or later version， or later version， 意思就是说，你今天授权给他呢，你不光只是用 LGPL 3.0，
你同时呢，OK， 我应该要找一个 GPL，OK，这是一个 GPL 的条款哈。如果我们搜寻 over later。它的条款里面讲说，如果你今天用 GPL 释出你不指定版本，那大家就可以随便选他要的版本。所以今天如果说我今天用 GPL 释出，那拿到这个程式的人，他就可以说好，我自己决定他是 GPL 2.0 或是 GPL 3.0。那你今天如果是指定，比如说 GPL 2.0 加的话，代表说其他人就可以用 GPL 2.0， 或者是说有 GPL 3.0 的时候，他可以把它改宣告成 GPL 3.0来释出，或是用 GPL 3.0 跟其后版本释出，所以这是一个升级机制，好，写在 GPL 的一个条款内容里面。那所以 GPL 3.0 加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今天 commit code 给 LibreOffice， 它要求你不只用 GPL 3.0 给它，而且你必须要让它可以去升级。最简单来说就是这样。那它同时用 GPL 呢？其实这是多的啦，因为今天他如果用 LGPL 3.0 加得到，他随时可以把它转换成 GPL 3.0 加嘛， LGPL 本来就可以转变成 GPL 哈。但是这个应该是说哈，我觉得他在标明上特别标一点，就是要让授权不是那么清楚的人了解到，就是赢货两讫嘛。我们等一下去看到 jQuery 的例子，你也会发觉哈，很有趣 jQuery 的例子。jQuery license 呢，它同时给你用 MIT 跟 GPL。但其实 MIT 的东西你本来就是可以直接把它转换成 GPL 再释出嘛，所以其实如果定义上它应该可以直接给你 MIT， 它根本不用给你 GPL。但是呢，其实呢，在自由软体的一个社群世界里面，其实原则上可能有分两派，一个是 BSD 派，一个是 GPL 派。BSD 派意思是说，我的东西让你改，你就是要保留我的姓名就好了，那其他东西我都不管你，你要拿来做商业利用，或之后把 source 给 close 起来，我都不管你。那 GPL 强调是 copyleft， 就是你可以抄这个专案，你在散布也要保留我的作权声明，但是我本来已经 open 的 code， 你不能把它 close 起来。所以有很多专案在释出的时候，它同时用 MIT、BSD 跟 GPL， 它表现的态度其实就是说，我两方都同意，我两方都不得罪，你们想用哪一个条款拿，你就用哪个条款拿。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种社群的讨论上，比如说这个人他提出来说，MIT 本来就可以用 GPL 包，但是为什么看到 JQuery 它同时用 MIT 跟 GPL 释出？那后面的人讨论，其实就有 JQuery 的人出来说：“哎，我们就是让大家看得很清楚嘛，都不得罪，你想要用哪个你就哪个嘛。”所以大概是这样的。这边他特别点名 JQuery 哈，它同时用 MIT 跟 GPL 哈。好，那我们再回到这边来看哈，那。它同时呢也用 NPL， 就是它要求你 commit code， 同时要求你用 NPL 来给程式。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说，那为什么 GPL 3.0 它就要求要加 ，GPL 3.0 它就要求要加，为什么 NPL 没有加？那是因为 NPL 它本来在条款内文就预设会升级。NPL 它的授权状况是说。譬如说我们现在去 OSI 去查 NPL 1.0， 它的授权条款还在，可是它跟你讲说这个条款已经被 1.1 取代了，所以 NPL 是它提出 1.1 的话，原则上 1.0 就消失了，也不是说消失了，会被取代。那你再去查 NPL 1.1、你再看到它告诉你，它这次还用红字来告诉你说这个已经被 2.0 取代了。所以 NPL 的一个授权升级方式呢，他写那条款，他说，当我们已经是推出了新的版本的话，你本来用 NPL 1.1 拿到的，你就可以在释出的时候把它改成 NPL 2.0。当然，你也可以保留 1.1 继续用 1.1 来用它，你永远都可以用 1.1 继续用它，可是你随时都可以把它升级成更新的版本。所以 NPL 在它的条款里面本来就预设所谓这个授权升级的机制，所以它就不用去加这个加号。好，那我们讲完这些东西，我们来解释一下哈。最后一个版本呢的 OpenOffice 是用 LGPL 3.0， 那目前 LibreOffice 呢释出的时候也单单是用 LGPL 3.0， 虽然它用 NPL GPL 3.0
跟其后版本，还有 GPL 3.0 跟其后版本来收纳新的程式码，而它释出其实还是指定的 GPL 3.0、哦、它释出的时候现在不是用三重授权、哦、那我个人分析呢，它现在为什么要用这个方式来吸纳这个程式码呢？因为它要跟 Apache 的 OpenOffice 呢造成一个既能合作又能竞争的关系了。我们怎么讲呢？这是 Apache Foundation 的 Incubator 的页面，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 OpenOffice、哦、Apache 呢其实在自由软体这个领域里面是一个非常独特也非常有公信力那也非常成功的一个基金会。那它虽然是用 BSC 类别 Apache 2.0 的方式来释出它所有的程式码，可是它的专案却越来越蓬勃发展。有很多的一个专案它刚开始会用 BSC 来释出，可是等它蓬勃发展以后它会改成 GPL，因为他发觉很多人会把 BSC 的东西拿去自己包起来 source close 起来，然后就不会再把改过的 code commit 回来。所以在欧美的一个自由软体开源社群，他们会讨论，因为很多讨论串他们谈到 LibreOffice 跟 OpenOffice， 他们现在比较就是说，现在其实是两种授权状态的竞争、哦、因为 LibreOffice 呢，它现在还是用 LGPL， 而且你 commit 给他 code 的方式也是用 copy left 的方式给他。所以等于是说，这些 code 不会被 close 起来，反而会让有些社群愿意把 code commit 给 LibreOffice。那有些呢，因为他会觉得，今天我 commit 给OpenOffice， Apache OpenOffice， 虽然他们本身还是会开放，可是某些公司会把这些程式码包起来 close 起来，譬如说 IBM。我们必须要讲 IBM 啊，确实如伊玛猫所说的哈。在早期上的年代，他是从生阳那边取得一个不受拘束的另外授权，然后去做他的所谓的 IBM Locals 的 Symphony。那这套软体他是给他的商业伙伴用，是给他的客户用。这套软体他其实并没有完全 open source，哦、所以他确实有把部分的 source 给 close 起来。那为什么 IBM 现在愿意把这些程式码一样捐献给 Apache Foundation？因为 Apache Foundation 现在是用 Apache License 来 release OpenOffice 的 code， 所以就表示说他以后要把这些程式码包回去，甚至变成 closed source， 他其实是不会有任何阻碍的。所以这是有可能一个重大的原因 ，IBM 决定要支援 Apache Foundation。那也就是说 Apache Foundation 这边他会得到一些商业公司的澳元，所以 LibreOffice 这边他们认为他们必须要延续 copyright。Copy left 的一个授权方式来看哪一个专案能做得更成功，所以这是一个竞争跟合作的关系。所以基本上呢，很多外国的社群人来讲，今天一个专案如果你没有 copy left 的一个合作基础，这个专案是不是会消失？所以等于说 LibreOffice 他们反正已经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嘛，然后他们现在就继续用 copy left 的方式运转看看，然后看到底最后哪个方式受到青睐的，或是能延续发展下去的。那他目前是用 LGPL 3.0 授权，其实目前他就是可以直接把 Apache 2.0 授权的 OpenOffice 的 code 直接移植过来，因为 Apache 2.0 的程式呢，其实在 merge 关系上面、哦、是相容于LGPL 3.0 的。强哥最近有写了一篇法律专栏文章、哦、叫做从 Copyleft 看自由开源软体的一个授权相容性，其实蛮有启发的。那他这边引的 David Wheeler 画的一个授权转换图，这是所谓在一个 merge 的关系。那如果你想要看原点，你可以去看这张图。这张图其实就是原则上你这个端点 MIT 的跟 BSC 的东西你 merge 在一起，你可以把它用 Apache 2.0 授权。那 Apache 2.0 的东西你其实在 merge 关系你也可以把它用 LGPL 3.0 的授权。所以如果 LibreOffice 现在要直接抄OpenOffice 用 Apache 2.0 授权的程式码，它本来就已经可以做这件事情了。所以我是认为呢，它用三重授权来吸纳这些 code， 跟所谓的相容性其实是没有大关系，可是跟它以后的授权布局呢有很大的关系。怎么讲，我们先讲 Apache 2.0。 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 下面的所有的专案呢都是用 Apache 2.0 来授权的。那因为他取得这些程式码所有的著作权利，所以他是一个卖断或被捐献的关系，他随时要转换都可以，他就是权利人。
但是呢，我们刚才也讲了 ，LibreOffice 它是一个 branch， 它只是一个非专属授权的关系，所以它并不能随便去转换它用 GPL 3.0 得到的程式码，所以它必须要先预设好这个条款能自动升级，它以后才会升级，哦，不然的话，它可能一辈子都会被拘束在 LGPL 3.0。它甚至如果以后有 LGPL 4.0 的话，它可能没有办法把程式码升级成 LGPL 4.0。所以这是为什么现阶段呢，哦，他们要用三重授权的方式来请这些社群的朋友可以用这个方式统一的扣给他们。哦，OK， 那么最后再强调一点呢，很多人有的人会问我说，那他们就用 GPL 跟 L， 他们用 GPL 3.0 就好了，他们为什么要用 PL 呢？好，细部来讲，我们来讲一下哈。GNU 的 license 哈 ，GPL 呢，它是所谓的 strictly copyleft， 也就是说，你把它当成一个重要原件呢，会把整个专案，原则上整个专案如果被视为是一个衍生著作的话，整个专案都必须用 GPL 来授权。但是 NPL 呢，它强调它这个授权技术性呢是 file based， 它是用档案来区隔的。所以今天呢，你在 Firefox 上面写一个 plugin， 它是另外一个档案，原则上另外一个档案的授权的状态你可以自己决定。所以它是一个所谓的 Firebase 的一个授权拘束性。好，那所以呢，我是认为呢 ，LibreOffice 他们现在正在摸索到底什么样的 copyleft 是受到社群所青睐的。那将来也许他说不定会把整个专案改成 MPL 授权，也不一定。哦，因为如果他发觉 GPL 3.0 走不通 ，LGPL 3.0 走不通，或许他可以改成 MPL。为什么呢？因为 MPL。授权出去的程式码，其实在一个呼叫连接呼叫关系是可以直接被包到 Apache OpenOffice 里面，也不会有授权拘束性。所以我是认为他们的授权以后的授权政策，他们现在还在眼里，所以才会用一次用三种方式，希望可以得到授权一次三种方式的一个授权。OK，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那这份简报如果你直接在 Google 搜寻 Open Legal， 其实就可以下载到。那今天的日期2012-06-02那样子，那它也是 CC 的，所以大家可以自由的去下载跟散布。那最后就是 Q&A 时间了，就是在场有没有一些问题？就是说 LGPL 3.0 跟那个 NPL 它彼此是相容的吗 ？NPL 2.0 里面有一个 secondary license， 让他们相容。这是 NPL 2.0 哈，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机制啊。OK， 好，这一段是说，如果你把 NPL 2.0 的程式跟其他的程式包在一起，变成一个大的专案，变成一个 large work。那这个大的专案其实必须用 GPL 或者 LGPL 来授权的话，这时候你可以把这个 NPL 授权元件直接改成 GPL 或 LGPL。好，它已经预设这个授权相容的机制了。那它现在可以转变的其实，包含 GPL 2.0 跟其后的版本 ，LGPL 2.0 跟其后的版本，还有 AGPL 3.0。所以几乎所有 GNU 相关的授权条款它都包到了，所以 NPL 2.0 其实你可以说从 这个意义上它是相容的。对，所以 就意思就是说那个他们 TDO 和他们拿到了继承了 LGPL 3.0 的那些 source code 以后，他们就有办法转成其他相容的授权。我觉得 他以后应该会用 Apache 2.0 来转，因为他更不受拘束。就是 LGPL 3.0 呢，不能直接转成 NPL， 可是现在Apache OpenOffice 不是用 Apache 授权的嘛，那他就可以用 Apache 2.0 把它转成 NPL。讲到刚刚那个 GPL 3.0 授权的话，对，它是从 GPL 转回 LGPL。那前面有讲到说这两个之间其实应该是单向的，是 LGPL 可以转 GPL， 但是相反。啊，是。那这样变得好像是说，那我只要换一个版号，这个单样就不存在。QD 的状况跟 MySQL 类似，其实就是程式码的权利在他们手上，所以他们随时要转换另外一个授权状态都可以。那
就是 QT 最早的版本其实是用 QPL， 是他们自己写的授权条款。那后来 QPL 其实没有很多人用，他们改成 GPL。但是后来其实它的竞争厂商越来越多，他们认为 GPL 的话，如果 GPL 的授权拘束性太强，厂商就直接用替代方案，不用他们的。所以那时候他们就改权预测说，好了，我们给他一个比较 laser 的版本，我们用 LGPL。那这样厂商不会有个授权拘束性的压力呢？但是如果他使用上有些技术问题，他还是会付他技术咨询费用。所以等于是他是就整个市场来做考量。对，这部分是我是了解。那我的问题是，你刚提到说这两个其实是一个单向的关系。那我原先的解读是，你用了 GPL 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再改为 LGPL， 不管是什么样的状态下。那现在照你这样讲，马上变成是说，其实因为反正这是我自己的东西，我这一版要 GPL， 下一版要 LGPL， 这是我的事情。所以有点跟我觉得跟我之前讲的有点冲突。我解释一下，就是如果QT 4.3 是用 GPL 授权，然后你抓到这 4.3 的版本，你永远都可以用 GPL 的方式来用它，即使它推出 4.5 版 LGPL 的版本，也不会影响到你原来的版本。对，所以就是其实一版跟一版之间其实对，那很多的专案其实他们问题就是说，其实很多自媒体专案他们发觉说，我的专案越来越蓬勃发展，我要进行商业化了，可是我之前是用 MIT 的，怎么办？MIT 的人家其实更不用付授权金给我，我直接包起来 cross source 都可以。那他们其实在中期版本就用 GPL， 因为 GPL 等于是说你包了他的东西，其实你必须 release source code， 你不用付钱，可是可能你必须要把你 source code open 出来。那在更后期，他们会发觉说，没关系啊，你可以用 MIT 继续用我的旧版本，可是我新写的 code， 我新的 improvement 其实都是用我的商业版本或是 GPL。你就必须要照我的游戏规则，你要不然就继续用旧版本，但是你只要有抄一行新的 code， 当你被抓到的时候，其实就是恶意。对。等一下，我跟马特补充一下，就是说，其实我的解读是说，他们觉得说，从 LGPL 可以，刚刚是说单向的转换到 GPL 嘛，那这个的前提条件其实是在一个非专属授权的情况下才是这样，意思是说，如果这程式不是我的，我是经过非专属授权拿到我身上，我只能够做一张单向 LGPL 到 GPL。如果我是那个 copyright holder， 那个东西就是我的，不论是我 merge， 比如说我公司并购，那我拿到这个东西，或是像刚刚 Apache 授证，只要是我的，我要怎么做都可以。那补充的是这样。OK， 还有其他问题吗？我好像拖出时间很多。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最后再补充一个结论了。没有意见就 OK。其实我从这个例子来看到，其实是自由软体专案开发的一个所谓的信赖关系哈。这个页面其实大家这个页面其实是说，在美国的那个马瑟诸塞州 Massachusetts， 它市政府有推动要用 Open Document System， 它有做一个授权转换。那其实这个专案以前还蛮早的，大概在2000年就开始做的。那这个新闻条目是说，其实他们还有继续在做这件事情 ，Still on track。那当时是因为他们的市长很支持公开 Open Document 跟 Open Standard， 那其实他们的市议员 有出来挑战，就是说你现在把所有东西改成 Open Office 或者改成 Linux， 其实我们用不习惯，我们不想用，为什么市长可以做这件事情？那很多市议员甚至提出来挑战说，你今天用生阳的 Open Office， 但是如果他今天当然是用 Open， 他是用 Open License 给你 ，Open Software License 给你，可是以后如果他用专利来要你付钱怎么办？所以那时候呢，生阳呢，他就提出来一个条款，他就出来声明说，就是这个页面，他说我们承诺，在这个 Open Document 的 System 上面，我们绝对不会用我们长有的专利来跟你收专利授权金，请你安心使用，我们不会撤回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以后消灭了，为什么消灭？因为它被买掉了嘛。在法律关系公司法第16条，法人除了你的章程，或者是法律容许，你不能做任何事物或任何人的保证人，你不能去保证，所以这个保证仅止于生养还存在。当生养的一个法人人格已经消灭，他被 Oracle 买掉的时候，这些承诺都不在。所以为什么那时候会有很多的核心的开发人出走？所以很多人疑心 Oracle 到底要做什么？当初他在 MySQL 其实做的一些事情已经引起恐慌了，所以 OpenOffice 部分团队其实就出走了。那我们今天讲，其实信赖关系是一个社群或是一个专案在 open source 领域里面它持续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要素。今天为什么 Oracle 要把这个专案捐给 Apache Foundation？ 因为 Apache Foundation 向来的作为就是让人信赖，
所以它会持续用 Apache 2.0 的 license 来释出这些程式码。那但是呢，部分的一个社群成员，他仍然认为 Apache 2.0 的一个授权方式是不可信赖的，因为它可能还是会被商业公司导向商业利用。所以现在 LibreOffice 做的事情就是说，他们守住最后一块阵地，继续用 LGPL 或者 MPL 这种 copyleft 的方式。因为部分的 committer 他其实认为说，你继续用 copyleft 的方式来运转专案，我才会信赖你，因为你保证这些程式码永远都不会被 close 起来。那所以现在就等于是说，到底是 Apache OpenOffice 可以取得一个稳定的信赖关系，还是 LibreOffice 可以取得一个信赖的关系？那其实他的专案就会继续蓬勃发展。哦，这是我的一点意见。那还有没有其他人有问题？其实这边对我们都很友善哦，所以其实大家时间不用太，对，只要不要做到，只要不要 delay 太夸张，那个这边都很好。所以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样子，反正成效都来了，今天把它榨干。就算成效被榨干，那边也还有一个叫 Richard， 还有一个叫做 Fred， 还有冬梅可以榨干这样子。对，还有没有大家对法律上面有这方面法律上的问题？没有哈、哦。那就非常谢谢陈夏，因为对，非常谢谢陈夏。那讲一点，因为正好讲到这个问题，我就再讲一点本来没有写在简报的东西。因为其实我除了这边 OpenOffice 还有 HOO 还有 OO for Kids 的工作以外，我其实也在帮正佳，大家知道正佳是 LibreOffice 的台湾中文正体中文社群的组成，我这边也是尽可能在我这么忙以外时间之外，能够挖时间去帮协助 LibreOffice 社群这样子。那只不过真的能做的就是有限啦。那原则上其实这样子做的不止我一个啦。所以其实在 Apple 在我们的 committer 里面，很多人是同时协助两个专案的。那所以其实大家不要把它想了两个，那么好像不共戴天，其实是没有这样的事情啊。但是还是有一些，就是说两个这些没有敏感问题，也不是完全不正确，就是还是有一些问题。那，可是这些问题是在解决之中。对，那，可以说吗？我想还是不能说比较好这样子。对，不过这些问题是在解决之中。那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的确是两边有某些核心的。非常核心的人员，他们彼此根本的态度上不是很对另外一个专案不是很友善。那包括那个 MAM 巧克力这样子，对，刚才那个陈夏的简报里面有出现那个 MAM 巧克力那个家伙，你知道我在讲谁吗？对，你看到就知道，对 ，MAM 巧克力的家伙，对。然后还有，这也不只是 LibreOffice 问题，包括我们 OpenOffice 内部社群内部也是有很对。态度不是很好，这样。可是我们至少我不清楚 LibreOffice， 因为我比较没有心力去 follow LibreOffice 内部讨论。但是我们内部其实对这样的状况不是很满意，我们并不是很希望说好像老是被人家当成在好像在到处在抓间谍一样，这样我是不是也是双方间谍这样？对，所以可是如果说大家比较回到比较久的旧问题，就是说两边有没有可能 merge 起来，应该是不大可能。对，但是。基本除了不能 merge 起来，两边其实并不是很敌对的状态，这样子，对未来还是有很多可能合作的可能性。嘿，那今天非常高兴，其实我还是其实有点吓到，因为我本来觉得说我那边我半小时，然后亚田沙半小时，然后陆神半小时，有。再问一个问题，因为前面有提到那个 OOO for Kids， 你说还在进行中，对，但是一方面是我们之前有一阵子。像对小孩子什么的推广，但是我好像后来就一直都没听到他的相关消息。那我不晓得 AOO 跟 OOP 这边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然后他们现在的进度到底是怎么样？好，还有电 ，OK。好了，指名我就指名道姓了，因为这个，因为他毕竟是公开资讯，我这边不讲，大家上网查到，就是。OOO for Kids 的团队 leader， 因为我在那个团队里面，他团队 leader Eric for 我不知道怎么念，因为那名字毕竟是法文。他之前他曾经最早他曾经想要去跟 LibreOffice 团队合作，他想把它放进，也不是跟 LibreOffice 他把想把它放进 Debian 里面，
然后再跟 Debian， 然后可是 Debian 里面的 Open Office 的 Package 现在跑到 LibreOffice 方大家们 Foundation， 而且它是铁杆的，难以飞车是我刚刚讲的非常低非常强的人，那他叫 Region 什么我忘了，然后结果因为他在 Debian 的 Open Office List 上提出这个问题，结果受到对方非常严厉的炮轰，然后后来就两边处得非常不愉快，所以后来 Eric 就整个往 Open Office Open Office 这边靠拢。那我事实上我是因为 Eric 介绍我才有办法进去这个，我才跟着进了这个 DMC 这样子。那不过那个 Eric 他前一阵子因为法文社群的一些问题，所以他突然间声明退出法文社群，好像就是刚刚 release 的时候，那时候他们也是要重新做法文版的网站，然后结果跟法文社群为了网站之中不愉快，他就声明退出。声明退出了，我就找不到他了，不管是 IRC 或什么，写信给他来不回这样。那我不清楚他是趁机去休息了还是怎么样，所以这是我刚讲说有点敏感，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暂时没办法得到 All for Kids 下一步的状况。那可是因为我毕竟我也跟 Eric 也是朋友，所以我会继续去 follow 这件事情。那对 Open Office 来讲的话，因为 Eric 是几位，因为就是十 G 的 code 真的很恐怖。Eric 是几位是几位可以完全掌握这十 G code 的人，所以失去他其实大家都觉得蛮可惜的，所以大家也很希望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有没有挽救的余地？对，那不过这已经发生了两三个礼拜了。所以看样子不一定能够找得回 Eric 这样子，对，那不过我还是会继续 follow 这个东西。那另外一个，这是一个阻碍，另外一个阻碍是除了那个 region 以外，他是 Production Foundation 的人以外，另外一个阻碍是 Michael Mix， 他是 Open， 他应该是 LibreOffice 现在的开发团队的 leader chairman 性质的人。那他对 Open Office 的想法就是，你们这个专案干脆死掉算了。对，因为我是实际受过，其实我觉得，我直接丢出来那个信没关系，因为我不觉得那个是私人信，那因为那毕竟是公开的，毕竟是我们是谈公司这样。那他是直接写给员工信，说他觉得这个专案 Open Office 没有必要存在，他是浪费社群资源这样子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对于你身为一个社群力的对我讲这种话，其实是很严重的。对，那我就知道他这个人立场。那身为一个社群的，身为一个团体团队力的，像这种立场是很不好，尤其是你的团队里面很多人是跨文的。那同样的，也因为他一直丢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这边的那个 Rob 委员也是因此就态度上就很对 LibreOffice 上面很不愉快。就是变两边的头之间很不爽。那这个也都是有公开记录的，所以我想我讲没有关系。对，那最近我们打算要 graduate， 那当然我们有一些声音在考虑说我们要换那个 chairman 的事情，因为我们比较希望一个可以比较对不同的 project 可以比较友善的 chairman。那站在我们的长官，就是 Apache Foundation Software Foundation 的立场，他们并不打算因为 Open Office 这个专案跟 FSF 那边打起来，对，就是，他跟 Foundation 他们背后其实有自由软体基金会在撑这样子，那 Apache 基金会并软体基金会并不打算为了这个东西，而且对他们来讲，那个本来就违反他们的信念，他们希望跟各个不同的软体专案都很友好的这个信念，对，所以 Rob Weir 的态度是我们内部目前的一个问题，对，那不过这些都不是不能解决的问题的事了，讲到一些比较敏感，可是毕竟是公开资讯，所以讲不想讲是没有关系的事情，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才会说，其实你不要看说 IBM 没有太大主导权，其实在比较大主导权还是我们社群的人，对，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那我接下来就大家随便聊天，这样聊到，跟大家可以，我想大家可以聊到那个来赶我们公司，对。晚上十点。应该，对啊，反正如果大家。